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八人与主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我们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11月17日星期四上午9:01至12:29，下午1:31至6:23，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段伟仪康等11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30人，列席官员法务部部长邱泰生等8人。主席由召集委员美女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务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并案审查委员尤美女等48人拟具民法亲属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徐玉仁等17人拟具民法第1138条及第1223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徐玉仁等17人拟具民法亲属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家事事件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次会议由委员郭文正亮等19人提出质询，委员张宏禄等3人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通过协商结论一项。本案逐条讨论，逐条审查前，为广纳各界不同意见，故应先已召开2场公听会，分别由许召集委员及由召集委员于下周各召集一次，下周或下下周。二、同意各版本草案于第九届第二会期结束前与委员会审查完竣，审议过程不杯葛。三、今日议程进行至询答结束及散会，协商委员许淑华、林维洲、尤美女、徐艺仁、段宜康、周春米、蔡逸瑜、林德福、林长佐。三、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宣读完毕。我们请教各位委员，上次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者是遗漏？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议事录确认哈。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今天列席的官员。首先介绍行政院秘书长陈美玲，陈秘书长，好，谢谢。因为那个陈秘书长哈，上个礼拜有特别有说明的，今天有会议啊，等一下会先离开，我有特别准假，那先过来向我们所有的委员致意啊。那就由我们综合业务处的严希林严处长来代理啊，谢谢哈。那接着来介绍考试院李继璇秘书长，好，谢谢。以及第二组周秋玲周组长。好，第三组熊中勇熊组长。好，那全叙部是有部长周鸿宪周部长。好，以及法规司蔡明广蔡司长。还有我们退辅司的吕明泰吕司长。好，谢谢。考选部今天有政务次长许书祥许正次，谢谢。那我们公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有主任委员李义阳李竹伟。好，谢谢。还有保障处李俊生李处长，培训发展处副处长洪淑姿，谢谢。还有我们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蔡峰清，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施能杰，谢谢人事长。还有综合规划处王桂兰王处长，以及编组人力处的黄新楚黄处长，培训考用处萧玉处长，给付福利处的陈坤玉陈处长，人事资讯处的陈邦正陈处长。好，谢谢我们以上列席的官员。那陈秘书长如果有事情跟我们委员打个招呼，可以先离开，没问题哈。好，谢谢。那我们今天排定的议程呢，是有邀请行政院就是还有考试院秘书长、全叙部考试部部长，以及我们公人员培训处。还有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就我们机要任用任务编组以及年金改革的整体规划配套进行专题的报告并被质询。那我们现在先进行报告，请全叙部周部长报告，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以下仅就本次的专题报告提出下列几点：一、有关机要人员禁用部分，今年3月23日
大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决议，请本部研究修正各机关机要人员禁用办法第四条，以放宽机关参事、研究委员职务都以机要人员禁用。各机关机要人员禁用的原额、所任职务范围等，原在76年1月14日订定发布的任用法施行细则第九条第一项到第四项的规范。考试院依91年1月29日修正公布之任用法第11条之一规定，于同年6月12日订定发布机要办法。机要办法第四条规定，不得以所长、副所长、主管、副主管、参事及研究委员职务禁用。就前开委员提案建议，本部研拟机要办法修正草案，于今年的10月25日函请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机关、人事机构表示意见，并践行法规的公告程序。现行具有参事职务的机关多数表示同意，原本部据以研修机要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本部以放宽参事职务得以机要人员禁用，除顾及机关实际用人需求外，亦需横酌放宽后是否压缩公务人员之升迁管道，并有碍于常任公务人员循序晋升之历练顺序，故限定以参事职务禁用机要人员的比例为1/3。第二部分是有关机关设置任务编组部分，因机关设置任务编组未涉及职称、官等、职等等事项，其任务编组性质的相关设置规定，也务需函送考试院核备，与本部权责较无涉，原移由行政院权责机关来说明。三是有关年金改革整体规划配套的部分，现行公务人员退伍制度从民国84年7月1日起实施退伍新制，到现在已经21年。因为退休人数逐年增加，退休人员年龄逐年下降，以及人口结构快速高龄化及少子女化，以及全球性金融环境艰困，历来退伍基金均采不足额提拨等等因素，导致退伍基金财务失衡情形非常严重，必须立即着手进行改革。本部原在兼顾财务健全及实质性之退休保障原则下，初拟定下列改革的目标：一、调整退休制度，兼顾人事管理与财务安全；二、健全退休财务，确保退休基金能永续经营；三、适时退休所得，兼顾退休尊严与世代正义；四、是温和推动改革，务求退休制度能合理可行。目前推动的情形为，配合总统府于今年6月1日设置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积极参与国家整体年金改革的事项，并就所设公务人员退休制度提供完整资讯数据及进行讨论。年金改革委员会存召集人、证人已经裁示，由各年金主管机关参酌委员所提的意见，转换成公示及参事，并据以研拟改革方案及评估的数据。本部扣正参酌年改会各委员所提意见，以及考试院所定的政策方针，据以研拟改革方案，并积极进行各项财务效益的评估与精算的作业，并提出各种可行的方案策略，供后续分区座谈会以及国事会议来讨论。以上报告，敬请指教，谢谢。好，谢谢周部长。我们现在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施人事长报告。主席委员各位大家早安。我想行政人事行政总处呢，就今天的三个题目里面跟我们行政院比较相关的任务编组这个部分呢，做一个说明的一个报告。我想
整个行政院组改完以后，有些任务编组怎么样设置，主要是依据呢，主要的法源是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28条。28条里面讲说，机关得视业务性质设置任务编组，那这些任务编组所需的人员都应该由相关机关的人员来派充或者是兼任。那当然在任务编组在实际运作里面呢，在组改开始里面就碰到一个议题了，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组改里面有限制说每一个机关的内部的业务单位或者是幕僚单位的总数还有总量，所以当然我想那时候考虑的一个状况是说，因为有些真的没有办法涵盖进去，所以就那时候在100年的时候呢，在行政院的组织改造推动小组的工作分组呢，就有一个协调会议通过了一个叫常设性任务编组可以纳入组织规程的设置要件跟相关条文的规范。根据这一规范，意思就是说，在任务编组里面就分为两类。一类是叫做就是临时性的任务编组，一类叫常设性的任务编组。那常设性的任务编组呢，基本上就必须要只能在中央政府的一级跟二级呢，这个机关才可以设常设性的任务编组。那不管是临时性或者是常设性的任务编组，基本上它都不是一个机关，因为它没有单独的组织法源，或者是呢这个独立预算。那常设性任务编组呢，在那次协调会议里面呢，也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划，并不是让它乱设，基本上符合一些规定。这些规定必须是负责机关法定执掌的业务，或者是法规、诉愿、审议、稽核、监理这些相关的任务，而且呢，它必须要具跨一级单位性质，这是第一个要件。第二个要件呢，这些常设性任务编组的一个人员，还是应该由机关来。的原来的人呢，派充来专责办理。第三个要件呢，是任务编组的层次相当于内部一级单位的一个执掌。第四个呢，这些常设性任务编组的数量还是不能超过内部一级单位的总量1/2。然后这些常设性任务编组呢，必须要明定于储物规程。那这些储物规程呢，而且是以一级跟二级为限。那在这个原则下呢，行政院从100年以后开始推动组改，就开始去操作这个方式。那目前大概有统计上有13个机关，包括行政院本部设置了33个常设性任务编组。那但是整个法制上的作业呢，根据那个作业规定，因为常设性任务编组相当于储物规程，所以就要明定于储物规程。那这些储物规程均按照规定而送请立法院查照。那至于其他不是常设性的任务编组呢，那就是28条由各个机关自己去操作，那自己定期检讨。那我想有关这个议题呢，我想我在上次来做这个我们人事行政总处的业务报告跟预算审查的时候，其实我们委员会的委员也提出很多的一个指教。那我想这个部分呢，整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因为目前负责主管呢，我们也会兼顾现在已经存在的事实，还有未来怎么运作，然后做大概有两个概念，一个还是为事实请各部会呢。检讨现在任务编组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件事情呢，我想有时候如果真的有必要的时候，我看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呢，也许在检讨这个基准法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规范，来让这个事情呢能够比较更圆满的一个处理。以上报告。好，谢谢施人事长的报告。我们接着请保训会李主委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那仅就这个本会执掌这个业务来配合年金制度改革的规划配套措施简要说明。第一个是有关公务人员权益救济的部分。公务人员保障法第25条第一项前段有规定。公务人员对于服务机关或者人事主管机关所为之行政处分，认为违法或显然不当，致损害其权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复审。我们本会审理保障事件，那这个是属于事后救济的这个性质，也就是公务人员如果不服这个相关机关做成的这个行政处分或者管理措施而提起救济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保庆会才会来做审理决定。那现在年金制度改革因为涉及到公务人员退休法制的变动，那相关法制要等到这个修正通过之后，那已退休或者申请退休的公务人员，如果认为他的权益有受到损害，
例如不符他的退休年资啊，或者退休金的审定结果，那来提起复审救济，那我们就会啊按照个案的情形啊依法来审理决定。那目前啊，因为还没有启动这个年金制度改革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啊，这个所以这一部分呢、啊，如果经过大院三读通过啊，将来啊对于公务员权益的这个影响啊相当广。那如果因为这个退休金事件呢、啊，所提起的这个保障救济事件呢、啊，那这一部分呢、啊，我们在个案审理上面呢、啊，这个案件量会来增加，同时也会有进行陈述意见跟延迟辩论的这个必要。那到时候假如人力不足，我们再向行政院来请征人力来妥善处理相关的案件。那第二大部分是有关公务人员培训课程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假如这个将来年金改革法案经过大院三读通过之后我们本会有职场考试录取人员训练各项升官等训练及高阶文官中长期发展性训练，那这里面我们会来开办有关文官政策跟权益保障的课程同时也录制线上课程来放置在文官医学院里面，来供公务人员参考学习，来扩大先导年金政策相关的这个做法。那至于这个任务编组跟纪要应用情形，那我们本会尚没有因为这个配合年金制度改革另外成立任务编组或者禁用纪要人员以上说明，谢谢。谢谢李主委。那我们各机关代表已经报告完毕，现在进行询答。每位委员发言的时间是八分钟，必要的时候我们得以延长两分钟。那我们一样是上午十点半截止登记发言。现在我们请登记第一位的林德福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同仁，一位各这个机关列席代表，是不是请那个行政院这个严处长吗？对，严处长，还有那个全序部的周部长以及考试院的李秘书长，好不好？好，请两位，谢谢。那个严处长，我请教你本来是应该你们秘书长留在这里，很多事情我要请教他因为全序部上个礼拜表示说，未来要这个即使18%要通通拿掉，希望这个公务人员退休金至少不得低于32,160元的这个。那请问这个月，你认为？这个月退休金的这个楼地板确定的金额吗？报告委员因为那个年金改革委员会最主要是由那个陈副总统这边召集委员会，所以说你都不了解。相关的规划还在进行中，这个应该是还没有结论，还没有定论。那你认为未来是采固定式还是变动式？这个因为代表院头来答询，应该是要用政府机关的角度，因为现在还没有定案，所以我不太能够表示个人的意见。那因为我看那个媒体写的沸沸腾腾，披露一堆那是不是会依消费者指数这个变动来有所调整？您的看法呢？我想这个应该都是会纳入考量的因素之一。我再请教我讲因为媒体报道说行政院已组成专案小组，优先处理这些退休政务官适用的优存利率那打算用行政命令这个直接从18%这个降到略高于台湾银行一年定期存款的利率。那我请问以行政命令来调整这样的做法，有没有适法性的问题？报告委员，因为那个优存可能涉及到人种的业务，那个人事长你也上来好不好？说明。是人事长，请是人事长。跟委员报告，我想这个优存本身的所有的规定是在由考试院这边来负责所以怎么样去调整优存这个事情那考试院秘书长你也来了解一下，
来来，考试院。报告委员，这个幽存的部分啊，是民国61年的时候啊，行政院所通过的一个决策，然后，这个如果要修正的话，应该依法定的程序来进行。那法定程序应该要怎么做？法定的程序应该是，行政院如果有意见要修法的话，这个法案要会同考试院一起来会审，然后再送立法院来。对啊，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啊。经查全序部啊，目前还没有任何修正的这个书面的这些法案哈、哦。那行政院这个有没有向考试院提出说要优先来处理这些退休政务官优存利率的这个会衔的讨论？有没有？那个，跟委员报，我了解行政院目前应该没有，还没有跟考试院提正式提出这个。对啊，没有，我看那个媒体啊，他报这个报道啊，我看好像就是已经确定的，这个没有。就是行政命令就可以，不必行政院跟这个考试院这边这个来就是会衔，然后再提出来这些修改的办法吗？报告委员，如果真正要更改这个优存的一个方式，按照行政程序来讲，一定是要最后的决定机关是在考试院。对呀、啊，这个要照程序呀、啊。哦，那我再请教哈，因为9月份这个全序部公布精算的结果，公务员退休基金负债高达2.3兆余亿元，那军公教的年金账户在15年内相继会破产，那若是要维持未来50年呐、这个财务平衡不破产，提拨率要提高到现行汇率的12%的3倍多，哈、哦，那请问政府提出年金改革措施，你认为应该是要治本还是治标？那个严处长，因为你懂嘛，你了解，因为那个秘书长说你什么都懂啊。因为有一些业务是属于我们的，那有一些我可能对啊，那你一问三不知，又秘书长又走，这个讲实在是看不下去啊，对不对？那不能这样做啊，对不对？你不懂。你要让秘书长留在这里，哦，他不能以后这种方式随意就请假，哎，这是本委员会呢，这是末世嘛，对不对？你问真的，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报告委员，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因为秘书长今天是另外有要工啊，要工，这个本委员会不是工吗？也是，那因为那个涉及的。那个年金改革制度，它涉及的面向比较广。对啊，他了解嘛，我知道啊。结果刘林那个一个处长，你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刘林在这里来答询，对不对？其实年改主要的幕僚作业是由那个国发会跟人总这边来负责。那院里头是由林万益林政委在主政，所以其实那个如果要问到年金有关的问题，那其实我是希望说以后像这些直接切入你这个。任何的问题，你了解你才能够在这个答询台上面，不了解你随便含糊答混，一问三不知，那你不如就不要来，真的，哦，那我看你请回去了，因为问你也答不出什么所以然了、啊，哦，那个另外我再请教哦，这个除了钱的问题以外，那公务体系目前也有严重的这个人事的问题，哦，那。就是说，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机要人员？那个机要人员不必经过国家考试吗？难道这个会不会变成有权无责的政府？那个人事长跟秘书长，你们来做说明好不好？那个跟委员报，其实我们整个政府在机要人员禁用的时候，都是根据那个现在全局部定的一个机要人员的一个禁用的一个办法，所以人数呢，其实是受到这个限制跟这个要求了，还有他的一些禁用的相关规定也有一定的那个规定。那我请教，这些机要人员，你认为他们可以去因为机要的关系去监控这些事务官吗？
跟委员报告说，我想用监控这个字眼，我想机要人不会做这个事情啦，应该是说他就是在协助首长呢做政务上的一个推动。任市长，因为哈、哦、现在很多公务人员他们共同的心声，从520以后哦禁用很多机要哦，那他们认为说这个政党轮替，这个禁用那么多机要人员，你认为这个机要他是不是要改革吏治吗？依您看，我想跟委员报告，民进党执政以后呢，其实所有的机要人员禁用的数量呢，都是根据法律这个要点规范的内容，就是必将一个部长大概五个，不会超过这个范围，跟以前通通是一样的。你至于说你会后啊、哦，你会后把那些机要所有全部520以后所有禁用机要这些人员资料，书面一份给本会每一位委员。不过跟委员报告，如果属于到个资的部分，这个事情是不是个资啊。如果是人数的统计，我想这个没有问题。不是只有人数啊，你人数统计，人数他的名字对不对？难道名字这个你不要跟本委员会讲什么个资？他既然能够在委员会里面，在各部会里面当机要，你难道连名字在哪个部会里面哦，升任什么职位？Okay. 你都不能写这个是什么个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可以用这个，就是他的职称跟姓名，那就用密件给委员会。我想也不必被密件了、啊。我想每一位本会每一位委员都可以拿。那个没有什么，那难道这一份难道是这一份难道他这个里面的每一个人他的职称什么，这个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个字吗？那个人事长你要清楚哎、欸，脑筋搞清楚啊。跟委员报告，我理解委员的一个讲法。不过，我想在我们对不对，在哪个单位他担任什么位置，他什么名字，我们可以。难道这样还是有各自的问题啊？会有哪些职位是属于用机要人员数量有多少？至于说这个人员叫什么名字，这个事情是不是容许我们再请教这个比较？这个要是连机要人员名字都没有办法列，那我相信哦，这个是笑掉这个大家的大牙。这个里面每一个人的职务。对不对？你们首长、副首长，甚至于说这个里面他是什么位置，就是这样而已啊！我没有没有要求再过问，难道这样资料给不可以吗？我跟委员报告，所以就是说职称跟人数跟那个哪一个部位，不是这个绝对没有问题。职称、姓名一定要。如果要，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密件的方式给委员会，然后再转给各位委员这样一个？好了，反正你就拿份资料给我啦，我要了解。到底里面怎么样？那个人事长，我再请教。因为各机关机要人员禁用办法第三条就已经将机要人员这个员额上限制定得很清楚。那请问政党轮替之后，蔡总统召开这个执政决策这个决策的这个协调会议，确认未来中央三级机关首长未必都由文官来出任做法。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来规避机要人员禁用办法？我想这个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机要人不担任主管，我们谈的我知道他当然是他不担任主管，问题是让这些公务人员认为说他不是担任主管，但是他就是在监视这些主管。跟委员报告，我想这基本上是一个政党政治运作下一个政府体制需要有政务领导团队来做一个领导的一个做法，变成这个什么变成机要来这个凌驾这些首长、副首长，然后这个由他们来主导一切。我认为这个就是现在的体制内。跟委员报，我想机要人员应用一定是根据这个要点，他不能担任主管的一个。任市长，你认为对这个文官制度到底是改革还是冲击？依现在这种做法。我想这个是一个政府运作应该要有一点小小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必要的一环。那我想这是一个制度，并不是因为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是为了创造一个让台湾的政府运作更符合呢这个民主政治运作的一个运作方式所必要的做一点点调整。任市长，因为现行的文官体制，三级机关为政策规划与执行的核心部门，所以对政府法规体制与政策内容必须很熟悉。哦，再加上担任三级机关的首长，哦，这个必须在领域内有相当历练，并具备专业的能力。那请问，对于机要方式来任命三级机关首长，你认为有什么看法？
还是跟委员报告，三级机关首长不是用纪要来任用，纪要基本上不能担任机关首长。但是以现阶段来看哦，他虽然是挂纪要，但是首长几乎都是要受在他的掌控之下。应该这样，他就是在首长办公室里面的协助首长做一些政务的这个协调，我想是或者是一些给首长一些意见，他并不能直接指挥监督这个主管。那个是人事长，你认为选取外部人才是不是需要有个标准，以避免有权无责，最后烂摊子还是给这个机关的这些公务人员，到最后变成烂摊子，烂摊子变成他们自行来吸收。我想，如果有任何执政不好的一个业绩或者绩效，最后要接受这个选民考验的，通通是政务团队哦，并不会是文官跟委员报告。因为你那些最后的这些尾巴收拾的，几乎全部都是要这些工人来做处理嘛。应该是这样讲，对不对？你这政务官这个包括纪要屁股拍拍，他可以马上走路啊，对不对？烂摊子就是留给这些公务人员了、啊，大家心知肚明啊。应该这样讲，所有的政府运作一定有。传统的这个专业文官，还有外面的来的这个政务的一个团队，那双方应该要多合作。因为哈、哦，我们哈、哦、主改，哈、哦、是有一些制度，但是我是认为520以后，几乎把这个制度破坏的，可以说破坏殆尽了，几乎都整个把它破坏掉。然后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对不对？然后搞什么什么临时的啦，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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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然后又搞一些。对不对？那么多，然后禁用那么多人，哎，这个实在是有问题的。跟委员报，可能委员对实际上一个状况，可能还没有全盘掌握。你就把那些资料，哦，所有520以后禁用机要职的人的姓名，哦，他在哪个位置，哪个职，那个哪个位置，然后他担任什么位置，这个哪个机关，全部都弄一份资料，我要一份书面。好、哦，谢谢。好，谢谢我。好，谢谢林委员哈、哦。那刚刚林委员特别提到的有关于机要任用的那个书面的一些资料哈、哦，那有一些是属于，我想是这样，因为机要人员虽然他是用机要任用的，但是他进到公部门来，他当然是比较现有的规定哈、哦。那有关于这个人事的资料，还是邀请我们是人事长提供给本会，那我们本会再提供给需要的委员比较合适哈、哦。好，谢谢，我们接着请柯建铭委员发言。哎，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各位列席官员，我们请前信部部长。啊，请周部长。周部长你好，委员好。我觉得今天我们招委安排三个题目，哈、哦，市场都不相干，很奇怪，哈、哦。机要任用是一种题目，任务编组是一种题目。人心改革是个题目，我想基本上这个题目大概就是要考验民进党。但是对于刚才林德委员所发言的哈，我个人是不认同。他520以后，哈，没有大量任用机要人员了。这个机要人员，请问部长，机要人员是不是有人数限制嘛？这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呢？哈，那至于政务职，三级机关政务职，现在还。过去在这里讨论过哈，那当然那个部分必须要来再修法哈。我们今天最主要谈的就是说，整个政权一转哈，市场地方政府亦复如此啦，联营监管赏快嘛，那对动机警钟赏快啦，哈，地方首长进来以后，他能够那个机要人员有多少人？其实机要人员地方政府。六都含、六都以外的，现在全部机要人可以禁用源头是五位，1600哦，那个地方政府可以用多少？机关是五人，五人哈，然后以外是两人啊，三级机关是吧？对，二级机关以外的。那现在机要人员是有，只有机要人能禁用办法嘛？对，规定很清楚嘛，总统18个，行政院10个嘛，对，好，其他二级机关等那个直辖市是5个人嘛，啊，对。这个是每一个不管谁执政哈都是一样，包括地方政府都一样，因为他机要人员任用是有来还有他不能带半个人进来啊，所有体系全部被塞满，由于政权一转以后，所有的该调的职务
设备都被塞满，根本一个人进去。所以这个不管怎么样，政党政治上谁执政都是需要这个。那如何规范是一回事情哈。既然有总数量的规范，那也是说，这样当然这个今天这个计划人员任用，接下来下一个题目就是，是不是用参事职哈？那这个缘由很清楚，就是民党执政的以后，哦，阿美时期以后，就是第一个就是人事行政局的那个李金玉嘛哈，那时候是参事，用参事十二职等参事嘛。后来因为都没有这个计划人员禁用办法，后来1991年才把定这个办法出来，从此以后就没有了，从此以后就没有，是不是这样？是以前是。参事是可以机要禁用，对，而且也没有人数的限制。那91人的时候才改成，因为民党执政，陈前总统任用了李金玉委员当人事行政局的一个专员，十二职等专员嘛。后来被国民党改了嘛，哦，改了机要人禁用办法。那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题目来考虑了。基本上哈，这些问题参事他是有调节功能性质的，是不是这样？是，应该是作为调解性职务，局长、处长，或是司长，在退休前调到参事职嘛，它是一个调解性质。那也是这个调解性质，要不要把那种机要来占用这样一个缺，是值得讨论的。我相信大家在你们现在在询问嘛。那只要占用这个缺的话，是要限量，是啊，否则真的会妨碍到文官。晋升管道以及他以后退休，现在退休前的调整嘛，啊，这些我认为是这个是要考虑的，啊，并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影响到整个文官晋升以及他现在这个参事职的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他调解性的功能。那进一步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哈，政务三法是不是你们主管的？政务人员对，那政务人员法，對對對對對政务人员法嘛，退休抚恤法嘛，对 对, 對，还有后起条例嘛，对 对, 對，这是前事部主管的嘛，对 对, 對, 對, 對，考试院啊，考试院的嘛哈，那这考试院主管的话，我认为政务三法应该，因为那个这种退休法，政务人退休法也就不必了，后起条例就三法共列为一法就好了。我为什么这样主张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机要人员的任用哈。事实上哈，我们计划人员当然他很重要，就是他参与部委所长以及啊所有首长的决策性公关性质也罢哈，机密性质哈，这个是绝对必要的。那我们另外思考就是说，要不要去把这个参事哈，能够让计划人员用？另外思考就是说，从政务人员法来思考，为什么本席这样讲呢？因为哈。机要基本上哈是政务幕僚、政务助理，一个所长、政务幕僚、政务助理嘛。所以呢，这个以及在这个现在去侵蚀到这个参事的这个的任用哈，另外那个管道来思考一下，在政务人员法里面去规范，这可能是比较，我认为这样比较正办的。你的看法怎么样？因为他既然是政务幕僚嘛、政务助理嘛，就在政务人员法里面去处理。那政务三法就融为一法就好了。事实上，现在政务三法只是一个法就可以。你的看法怎么样？是，我想，机要人员就正如刚委员所讲的，也是具有一些政务的性质，就为机关首长来处理机要的事务。所以，基本上从这个方向来思考也是可以的啦。不过，这因为这涉及到考试院的职责哈，那。让考试院去研究一下嘛，与其在这里说去跟人家争一个，啊，一个参事，那影响到啊，还有现在我相信现在是在各应该在会各部会在凝聚意见嘛，那这个现在这个题目是主要是今年嘛，我们在这里因为司法委员做一个决议嘛，是，就这个决议大家才开始在处理嘛，是，啊，是，那当然这个有就人员一定要限制啊。因为你把占参事缺，这个参事缺，这个是调解功能很重要的，啊，所以人员一定要先知是不是一个还怎么样？以及这样为了一个，以及这样的话，我们倒不如整个重新来思考，从政人员法去处理。那政人员法是政务官嘛？那这既要随同政务官他进退的，
不管地方首长或是中央部会首长等等都是这样嘛。那叫那这样，机要人员就是政务幕僚、政务助理，在这个法上去把你要多少人都没有关系，再从那边去处理，可能我就觉得这样的汉格比较会少一点。你看吧，我想这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好，大家研究一下看看。好，我是觉得这个不要为这个事情，他好像是让刚林德委员根本事情搞不清楚，说民进党五二年以后乱用啊，这个机要都是现有的名额限制。好，这个名额限制。好，那下一位我们请那个人事长，好吧？请司人事长。委员好，这个第二题目，这个题目那个编组应该是你的题目了，好。这个基准法规定嘛，这很清楚。这个中央政府组织基准法28条规定很清楚，好、哦，这个任务编组是可以设任务，常设任务编组，是不是这样？用组织规程去处理。对，28条里面没有写到那么清楚。后来在100年的时候，100年以后那是国民党执政嘛，他整个组再到小组就讨论以后，100年到现在都是如此嘛。所以今天国民党在讲说，民进党弄很多任务编组，这个根本就是100年以后就是如此处理嘛，这照基准法来的嘛，没有错。这法律上有没有问题？就是说，透过行政院的解释了那个28条啦，然后后来用处务规程的方式，然后也送到立法院来做审议。那所以这个已经从100年都是这样做了，对。而且在100年的时候就处理过了嘛，对对。所以今天在讲说民进党啊。民进党执政以后弄了很多任务编组，这常设任务编组有它的4个要件，是不是这样？好、哦，那我倒是想一想哈、哦，就像农政法的任务编组，现在所有机关我们十三个机关，有33个常设性的任务组，常设性的，就我们讲常设性的，有临时性的多不多啊？临时性的，临时性大概每个机关有不一，大概也有几十个啦。不过这个每个机关都自己有临时性的一个。临时性都存活多久？包文我没有统计哦。不过临时性理论上应该要定期检讨的啦。我认为这样的，现在总共有33个哈，包三个是常设性的，还有一些临时性的。这边基本上加起来，我看差不多将近50个吧。那从我这种个人认为，从法制面上应该是再去检讨一下。好，有些。已经没有功能了，对，应该让他退主意了，对，所以去看待一下，新增的真的有需要，有的包括常设性的，事实上他不任务，阶段性任务已经结束了，那常设性任务也不必了，再把它精简一下，这个是可以考虑的。我跟委员报告，我想、哦、这个事情我会积极来做一些处理，我是不是让我30秒钟来说明这个事情？好。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检视非常多的很多常设性的变，叫法规会。那政府当然需要法制这个部分。那为什么法规不当成一级那个一级的单位？这可能会因为数量一些限制。但是有些法规人又很少，你把它当成一级的一个单位，事实上也不横平。但是我知道这里面稍微复杂一点，就是说，其实我先抛我的观点啦，在美式的观点里面，非常多类似这种跨内部单位幕僚性的单位，它就直接附属于呢副所长办公室，或者主秘办公室里面呢设科，但是这个我不晓得在全序部的官制官规里面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如果愿意接受这个事情，比如说很多法规会，其实它对机关来讲是跨机关性质是很重要，我们就把它设在呢，譬如像说副所长办公室的一个科或者一个组，那事实上就不用当成所谓叫做临时性或者是常设性的任务编组，那他人也没有到达那么一个规模。我的意思是说，主改的事情要很务实的去解决。那这务实的解决，涉及有一些涉及到官制官规的部分，我这边可以努力来想。那我们也会跟考试院来沟通这个事情。那个人事长，我希望你跟那个考试院哈，全序部大家好好研究一下，有涉牵涉到官制官规以及实际必要性等等，整个制度是重新再看待，他们是不是能够有些改进，好不好？好，谢谢柯委员。接着请张宏禄委员发言。啊，我请那个考试院李秘书长。
啊，请李秘书长。哎，谢谢。陈委员好。李秘书长，我们今天要讲到机要任用这个问题哈。啊，我们啊，以时事来讲，现在美国总统的当选人啊，他刚当选啊，你觉得他以台湾跟美国的这样比较啊，美国的总统他的当选之后，他的用人的灵活度，哈，跟台湾的政府的比较，你觉得哪一边的灵活度比较高？报告委员，我美国政府这边课我已经离开学校40年了，所以不是那么了解。我知道他有几千人的调度的这个额度。那我们请那个全叙部长看。部长，同样的问题哈、就是说美国总统他在政权的交接，他的用人的灵活度，哈、跟啊我们台湾的政府的比较，你觉得哪一边的灵活度比较高？因为美国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办法比较。对啊，没有办法比较，因为没有办法比较。对 对, 對。那这些很，其实他的用人呢，跟我们的业务是全然不相干吗？因为他们的制度还是可以比较参考，他们制度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常任文官的制度，他们也有啊，常任人员可能制度不太一样，是不太一样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我们好、整个啊、我们的政府机关都没有去参考别的国家吗？都没有去互相比较吗？怎么会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制度不太一样，大概要比较也是有点困难。我不认为什么困难不困难啦、我总觉得你看文官的体系还有我们的就是这么僵化，你根本没有去比较世界各国的用人啊，根本都没有啊。那我从今天哦、从你们的啊报告里面啊，你们认为机要人员之设置原理系为因应机关首长用人需要，使其得以禁用少量亲信人员处理属机要性质之行政事务。我们对机要的人员的定义是这样吗？是，就处理机要的业务啊。就只有这样子。对，原则上当然这是一个大原则嘛。是。你不觉得这个原则可能是20年前或30年前的思维模式吗？你觉不觉得？对啊，那当然，因为随着时空的转变，这个什么是机要性的职务、机要性的业务，当然可以随着时空做一些调整，做一些。在过去的年代啦，各个县市政府啊，他的县市长可以带几名机要？现在只有地方很少啦，以前啦，我说以前的年代，我说以前的年代，以你们的思维的模式，这种以前的年代，我知道啦，大概一个两个啊。可是你看，就算一个两个，每个人每个县市长，有的人也把政绩做得很好啊，有的人也把政绩做得啊，可能不尽人意啊。那其实我要跟部长哈，跟秘书长你们沟通一个观念就是啊。机要人员的任用时代也在改变了。你说以前的年代用这种来定义，我觉得 OK， 因为以前的文官体制非常的死，对不对？然后每个人他的带的机要人员去，其实对他的政绩，对他有没有办法做事情，其实我觉得那不一定是全然的结果。不过今天时代在变了，我们有很多机关里面，我认为有一些机要人员的任用其实是可以引进比较新的观念、比较新的想法跟做法，而不是只有什么亲信任用处理他机密的事情。你觉得我这个看法，你们认不认同？是啊，那所以就随时光改变，当然要做一些调整嘛。对。那秘书长，你的看法呢？是我认为我们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法以时转则治，所以应该要跟着改。好。那如果大家认同，你们也认同我的说法啦，那我觉得我们要从，比如说我们的考试院、我们的全叙部、我们哦各相关这些，
你应该就要去改变你的态度啦。机要人员不是真的处理这些事情的，你如果把这些这样子拿出来给网络上大家看，人家会说哇，原来机要人员根本不是在办正事的啊，都是在处理这些啊。那我觉得机要人员的任用，随着时空的背景，应该有不一样的解释方法，要有不一样的任用的一个标准呐、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希望哦，我希望说大家观念能够改变呐、啊，好不好？好、哦、好，谢谢。那另外我再请那个诗人市长。委员好，任市长，哇，今天题目很多哈、哦。那第二个任务编组应该跟你比较有相关了哈、哦。对，我请教一下，刚刚你有说了哈、哦，我们的行政院的任务编组现在有33个嘛？哈、哦，常设性的，常设性嘛、就是說，不是行政院，是所有的行政各部会了，各部会嘛，哈、哦，就行政院所辖嘛。对对对不对？那有多少是超过？啊，我们以总统任期来讲好了，有多少是超过8年的？跟委员报这个，可能我要回去查这个资料，我目前并不了解。我手头上哈，哦，他要拿给你了。我跟你讲，应该是没有，目前没有，没有。不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资料，不是没有。哦，我想说没有，没怎么有可能没有超过？对，应该是会有了。我觉得有些是有延续性了，应该这样。对。我觉得这哈，我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那您知道，好，我们所有的啊任务编组，我们这些的开会情形，你有所了解吗？应该这样的，如果是临时性的任务编组，不一定都会开会哦，就因为他就在处理业务。那有些真的是找外面的人来的一种汇报性质，他会做临时性的任务编组，那他开会的频率呢，就。不完全是一致的，有的可能是一年开一次，有的开2次，啊，有的开比较频繁。可是你知道，有的常设性的，它有规定每年要开会的次数吧？多久要开一次？是這個也 有，啊，有些常设性有明白规定，就是要开会的一个次数。对。那我手头上的资料哈，有很多啦，都没有开呀。好，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哈。好，有很多都没有开嘛。那所以，我今天特别在这边就是说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任务编组啊，哈，什么这些，我觉得行政院啊应该去检讨了。是，有的不需要的，就不要给留在那边给人家，好像设那么多的，哈，这个任务编组干什么？啊，如果真的有需要的，就真的要开会，真的去做。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朝这个方向来走？好，跟文报，我来努力来盯这个事情。对了，这个也不全然你可以那个，只是 我提醒，就是我在努力做这种，我提醒说哈，这个。才不会落人口实。你设了那么多委员会啊，又没有在运作，那有的又设了很久了，那我觉得这点可能要有改进的空间，啊。我知道行政院本身其实已经在过去这个一两个月里面，他积极在检视，所以他也裁撤了某一些任务编组。那当然有些有必要，他有新设，所以他有一点比较动态性在做调整。我理解那个行政院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好，那你们就继续努力了。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张委员。我们邀请蔡毅宇委员发言。我们考试院秘书长，李秘书长，请秘书长。蔡委员好，秘书长早，早早。秘书长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哈，我们这个考试院掌管的是国家的一个点试制度嘛哈，那我们这个点试委员的产生是怎么产生的？报告委员，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考检部政次在这里？他比较好啊，那请政次来说明一下，来政次。委员好，我们点试委员，点试委员的这个甄选哈，都依照我们点试法的相关的规定哈。那每一次的考试，之前要成立点试委员会哈。那我们呈报考试院这边来核定点试委员长之后，
那我们在做在人才资料库里面哈，依照我们点视委员相关的规定来甄选人才，然后提报点视委员长这边来勾选。所以由点视委员长勾选，所以你说会有一个人才资料库。那这个人才资料库是谁来制作？谁来产生的？人才资料库这边是由我们考检部来负责，先做相关的专业的审查。那报给考试院？专业审查，我们这个设定成为人才资料库之后，由我们业务承办师、考试师这边依据不同考试的性质来从里面资料库里面来寻找人才，然后再呈报给点视委员长。再呈报给点视委员长。好，所以我现在要接下去要问的就是说，那如果从这个说法来说，你们有一个人才资料库，这个人才资料库可以产生的点视委员，你们这人才库、人才资料库有多少人？可以说明吗？详细的数字应该有好几千，两万多人。两万多人的人才资料库。那产生多少点视委员？点视委员就每一次考试，的规模的大小去做这个甄选，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考试需要比较多的点视委员，那有一些比较小型可能需要的人就比较少一点。那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点视委员后，那我要问的就是说，你们这样的一个点视委员，他们属于专家学者跟有实务经验的，你们有做分别吗？里面有包括专家学者，还有这个有既有实务经验者，都有。又怎么分？你们怎么做区隔？还是说有可能这一次的点视委员产生出来的全部是专家学者，已经没有实务经验的？依照这个性质来，如果说这个考试比较需要有实务经验的，大概就会多找一些有实务经验的点视委员。那是由你们来判断的？这部分由我们提供资料之后，还是由点视委员长来决定。由点视委员长来决定。好，你们把这个产生每一次点视委员的做法，是不是提供一份书面资料到我的办公室？是，没问题。好，那市长请先坐。那秘书长，那我接下来要问哈，是，我要问的是说，因为我现在看我们现在的考试院，我们考试委员已经进入第十二届了嘛，是，对，那我从这个第十二届的一个比例人数的一个比例哈，我发现到我们考试委员连任的比率很高这一届特别高，这一届特别高。我发现从第十一届就很高了。第十一届没有这一届高，这一届连任的有九位。九位嘛？对。第十一届有六位、啊。对。所以在第十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有六位。那第十一届又连任到第十二届的，所以已经连任三届的有几位？目前没有。没有吗？对。就我的资料是有九位，三届的以前好像有一位吴泰成委员，吴泰成已经离开了，对，对，好像只有这一位。我从这样的一个考试委员这样的一个连任的一个比率这么高哈，是，我担心这个部分会不会有过度的。会不会被让少数人去把持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是你不方便回答？这个考试委员的这个是由总统府设立一个甄选小组来甄选，啊，这我知道。然后对考立法院行使同意权通过。那这一届的比例连任比率超高，好，没关系，这部分也不适合你回答了哈。好，那个秘书长请回，谢谢。那是我再请这个考选部这边次长啊，请许次长。
市长，不好意思哈。市长，我要问一下，说我们这个警察特考哈，这个双轨制目前的考试，双轨制进入到第三年。那我们过去我们一直针对说这个警察的考试中是不是有读后所谓警察的内轨啊？内轨就是指警专跟警察大学。那对于外轨的部分，就是一般警察的一个特考哈，它的那个录取率的比例哈是不成比例的悬殊啦。是，如果在内轨的部分，通常它的录取率在警大的部分都到达90几%，好，那在警专的部分，以我这边的资料，差不多都也是都才在70%以上。那在外轨的是从100年的2%，现在是有提高到26%，104年。那部长，你觉得这样的比例你满意吗？跟委员报告哈，这个警察的双轨制哈，那我想这整体上来讲，这牵涉到我们政府哈对于警察的定位哈，跟我们警察用人，所以警察大学跟警专基本上来讲是我们政府专门来培育哈这个警察人员的这个机关哈，所以外轨制来讲这边是增补哈这个警察人员的不足哈，因为这几年大概是有大量警察退休，所以需要大量来增补哈，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哈，那才会产生这个警察这个警大毕业跟警专毕业哈，可能录取率会比较高哈。不过他们考试是考一样的科目吗？考一起考的吗？考不一样，不一样的科目 是怎么不一样法？警察大学内轨制的，我们一般还是考警察的专业科目。对，那外轨制的目前是考一般性的科目。一些跟行政后这一方面的一些科目，所以他们考试都是分开考的。分开考，那你认为以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我们现在还是把定位就是说外轨的部分，就是一般警察是当做警察的补充能力，所以我们目前在录取警察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以内轨为主，是这样的出发点吗？这部分我想，我们是依据用人机关这边所提的这个录取的人数哈，来办理考试哈，所以相关的提切是由我们内政部这一边来负责。所以内政部的想法就是他们认为外轨就是把它当补充能力这样。我所了解内政部目前还是坚持内轨的这个部分必须要保障。内轨那保障到什么比例？就是因为它是专门训练我们警察人员的机关，所以。学校，所以他们的人员这一部分，他们大概还是目前他们还是坚持这个这一方面的考试还是维持，但是外轨的部分未来大概，因为我看内轨的、是，在内轨的部分，它的录取率警专的部分也是逐年飙高呢，是，它从77%，101年到93%，然后102年就变98%，已经几乎100%的一个录取了，是没有错，因为这一部分哈，因为外轨跟内轨提切是这个分开哈，那内轨的部分只有警大跟警专毕业人才可以报考，所以他们的报考人数相对就比较少。那外轨是所有一般大概大学毕业都可以来报考，所以他的报考人数相对比较多啊。虽然他的提切也是蛮多的，但是录取率就会变成很低。好，了解。好，没关系，那就先这样。好，谢谢市长。谢谢。谢谢好，谢谢蔡委员。好，我们就麻烦罗委员，谢谢。请徐淑华委员发言。谢谢主席，麻烦主席先帮我邀请行政院以及人事长。原处长以及这个，请行政院人事长还有行政院的综合业务处处长。好，先谢谢啊，我先请教一下行政院啊，我们目前行政院及所属的13个机关当中，我们总共设置了33个常设性的任务编组嘛，哈，那主管职务的总共有54人，有支领主管职务加级的有多少人呢？报告委员，那实际的数目我并不是那么的清楚。那因为我告诉你啊，目前总共有26个人。那这26个人当中，你可能也不晓得他们一个月是
领了国家多少钱吧，就是是66万多一，那每一年呢，就是增加的金额呢，大概是在将近800万哈。我来请教你啊，我们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的主任领多少钱？报告委员，因为那是个人薪资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好，以后我不会让你们那个秘书长请假哈，确实哈，来了之后很多你也不清楚哈。那我再请问你啊，就是一个不到10人的办公室啊，就是以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种任务型的编组哈，有没有要设置主任跟副主任这个主管，在他的规定当中？委员所询的是指正式的编制组织是，就是以我们常设性的任务编组，它到底有没有规定要多少人？它的编组有没有一定要有主管职务？比方说主管跟副主管。院里面的常设性任务编组有6个，并没有明定说，这6个常设性组织需要有多少人？因为有些任务编组它是由各机关去调派相关的幕僚人员来支持指引的。好，谢谢。那我再请教那个摄影市长哈。好，市长，抱歉哈，那我请教你哈。目前你知道我们常设性组织这种单位啊，大概少于10个人的有几个，你知道吗？市长，我同仁有给我一份资料，但是我没有真正去计算。我想大概应该有10几个跑不掉吧。好，10几个。那有我刚刚提到的啊，就是有。一定要设置1到2名的这种高阶主管，就是简任，他是11到14的职等来支领主管的加级哈。就是我们现在来探讨这件事情，就是我看到的资料，包括行政院的食品安全办公室，还有教育部的学校法人哈，所属机关等等等等的这个什么这个监理会，还有侨委会、退服会、原民会、客委会、人事总处置法规会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呢。有一些都不是相当的合理哦。那我们现在来谈论到，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人数不平等的问题，就是说，有些的其实是不到10人的，但是他也编制了有主管跟副主管。但是如果我们再往下看，有一些其他的单位，事实上，他的，比方说，你说外交部的公众外交协调会，他的人数是有49个人，他就是设置的是2名的主管哈。对。那卫生福利部啊，这个卫福部的全民健康保险争议审议会，他人数是3个人，他才设1名的主管。好，就是说。这个人数的不平等，我们机关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不公平的一个现象呢？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重新做一个规范呢？我想委员指教的都是很正确的啦，就是说可能过去我们只解决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有些必须要给他一个名分，所以就给他叫常设性任务编组，但是细部的规范没有很清楚说，哎，这个任务编组比如像说如果人数很少，他的主管到底可以设多少个，我想这个就造成各个机关呢大致上根据那方去设，我们怎么样来做个，就是说到底要用人数来限制，还是他的工作量，他到底是应该我们怎么样来取舍？否则的话，这样子不断的有小编制的，然后他的主管又这么主管加级那么多，那主管加级他的加级又占得特别高。我刚刚已经提到一个数字了哈，那你人数多的，他有的其实他又一个的主管机关。那我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的规范的话，未来我们无限上纲的话，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对，委员指教的是正确，所以我想现在主管这个事情归。就是统筹归总处来负责。那我知道我总处不见得能够指挥命令每一个部会要怎么做，不过我想我们会积极来跟提出一些比较建议的原则，告诉这些部会说未来呢这个部分应该怎么去做检讨，甚至那个到底设执秘完以后，或者到底有些是不是要设一个主管，还有一个副主管，这个我们都可以一并来做一些检视。这个当然，您提到就是说，一定是必须去检视。你也了解到，现今确实是有点没有一定的一个作业的原则哈。那我要先请教这个，我再请教，就是常设性的任务编组到底算不算我们内部单位？目前的解释是的，从100年以后把它解，因为它定在处务规程。OK， 好，所以它就算是我们内部单位。那我想请教一下，什么叫做处务规程？处务规程基本上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从基准法完以后呢，很多的在早期的组织法会明白规定，就是说这个机关里面设哪些内部单位是明定在法律。是。那基准法以后，因为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僵化，所以就松绑，就是说现在所有的组织法不再明定呢内部的任何的组织，所以就通过基准法以后，我们就搭配要送。
提出一个储物规程、嗯、那在储物规程的明定这个主机关的内部设哪些一级单位，那这个储物规程就要同时送给立法院做备查。嗯，好，那好，那如果说这个储物规程啊，我们不能够让很多的单位便宜行事，就利用这个储物规程，然后你一直不断的在扩编它的一个人员哈，这是我们所担心的哈。好，我先请两位可以先请回哈。谢谢。那麻烦好，谢谢，请主席再帮我邀请全畜部周部长。请全畜部周部长。委员好。周部长，我请教一下，我们公务人员加级的给予办法当中，我们要支领主管的职务加级的条件哈，到底是什么呢？就基本上就要组织法规里面的有规范的就可以。是什么？就组织法规里面有规范的，就依照加级给予办法的第三条，就机关组织法规范围内主管加级。就可以租借。那个部长，就是现在哈，很多公务员一直在讲，就是说以后我们真的都不用好好的念书，我们就专心搞政治就好了。那为什么会这样讲？我想你也很清楚，我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开放了很多参事职务用作机要任用哈。那当然很多的，我看到你们报道，当然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我们也会考，也会有一些的担心，是不是压缩到我们正规的公务人员的一个升迁哈？那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哈从91年之后，为什么要全面我们修法？为什么要全面限制？就说陈水扁前总统啊，当时他在任用机要参事的时候，他是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后来我们就全面来禁用呢？因为这是91年的事情，那时候考试院会这样做，因为考试院是合议制，到底考试委员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来设这些规范，那我们不是非常清楚。有没有可能哈，未来连司处长都要开放啊？我想这是两个问题啊。嗯，那机要参事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现在就是大家提案嘛，提案就是有必要嘛，那我们有用人的需求嘛，那我们或者是说我们之前上个礼拜我们也都有讨论过，不断的扩编哦，机要任用的这种权力，跟不管是外交官的这种任用的权力，一直都不断的扩大。那大家提出来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压缩到了现有公务人员的升迁底线，这是一个。那你如果不断的未来你不断的去扩编你的需求的话，会不会以后大家连考虑到的就是连司处长都会被提案来扩编呢？被开放呢？我想机要参事是因为过去都可以，那九十以来限制以后，对很多机关首长来讲，因为他的机要人员的位阶不够高，他要协调各单位或者对外代表首长去跟民间团体协调的时候，是有一些困难，所以他们各机关才希望说，所以觉得是位阶不够高的原因才必须要开放。对所以就对于协调会有帮助是吗？对啊，就是他办理机要业务的时候，那如果位阶比较高，譬如他跟司处长如果同一个首长等的话，那他协调各方面会比较顺畅，所以才需要做一些开放。那开放也不是像以前那样全部都可以，而我们的规划是只开放三分之一，而且三分之一也不见得大家都会用。像现在机要人员可以禁用原则是13634人，实际上各机关只禁用956人，禁用率其实不到60%。也就是说，你可以让他用参事来禁用，但是也不见得每个机关都会这样做。当然了，当然是说不是每个机关都这么用了。但是我们大家在讲的，为什么每到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要再修法一次哈，就是又要放宽这个机要任用。为什么每到民进党执政的时候，这个人就又不够用了，就协调的能力就不够用？这是我们提出来所担心的嘛哈。好了，没关系，我总觉得说这个机要任用的事情呢，还是需要提供给所有的机关好好的去审慎。我们都没有反对说政府我们对外去征求各种不同的一个人才进到公部门来协助哈，这是我觉得基本上本来我们的法规面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也不反对。但是我们提醒哈，跟我们担心的是，如果过度的去扩编它，未来造成整个公务体系的不安，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正常的正规哈，其实是还是有所影响的哈。这是主要我们做的几份的提醒啊哈。那这个还是希望我们各单位在这方面
评估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点会比较好。是是是，好，谢谢啊，谢谢主席，谢谢。好，谢谢徐委员，谢谢邹部长。好，谢谢，我们请周春明委员发言。主席，那麻烦有请考试院的李秘书长，还有全序部周部长。好，有请两位。秘书长跟部长好哈。那我们的年金改革文会的会议是到11月11号，总共是召开20次的会议嘛哈。那现在是要到各个北中南东分区去举行扩大会议，那想请教这个考试院或者是全序部，你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还有将来这些分区的会议，它的对象是谁？哦，是之前的所谓的委员专家，还是公务员，还是一般民众？那的日程跟筹备的情形是怎样？考试院跟全序部是一并在筹备吗？还是说是年金改革文会在筹备接下来的扩大会议？委员，我想这个整个的进行有个阶段性啊。那在报告的阶段呢，我们全序部啊，对公务人员的资料做了充分的报告，也获得这个与会人员的赞许。那到讨论的阶段啊，全序部也会提出初步的构想，供各委员来做讨论的这个基础。那我现在是说，如果到北中南东分区去举办这个所谓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参与的人员是谁？我们会议的对象是谁？这个我要来请周部长来代答。那没关系，部长请说。嘿，有关这部分，因为都是年金改革委员会、年金改革办公室在处理。那当然，基本上他还是会邀请，在职的公务人员、退休公务人员，还有各机关的代表，还有专家学者，还有各业别的职业别的代表来参与。所以大概也是一次，包括公教劳军都一起来参与就对了。这一部分因为是年金改革委在处理，那军的部分因为在年金改革委员会有很多委员是建议要单独处理，所以这部分会不会在分区座谈把他们除外或者包括进去，这部分我们也不确定。那分区座谈大概是进行多久？就北中南东各一次，各一次，对，各一次。那大概它期程会几个月可以跑完？几个月？因为这部分是年金改革办公室在处理，那我们只是被告知要准备哪些资料。那将来有一个年金改委会有一个具体的决议，那各个主管机关就会照这个决议去做嘛，对不对？去修法嘛。现在目前年金改革委员会召集人陈副总统他已经指示各主管机关要针对过去20次委员会议大家所提出来意见，那去做拟案，还有去做精算。那拟案就是说，当然不见得说，因为大家没有共识，所以可能也不一定只有一个案，会有甲案、乙案、丙案之类的。那至于拟案后面，对后面的影响评估，比如说这些案对退休公务人员、对在职公务人员影响怎么样，还有这些案对于我们的退伍基金的财政压力的纾解到底有多大的，对，这些都我们陈副总统都已经指示各主管机关，对对，包括本部还有教育部。对，所以是说等到你们把这些具体的内容或者相关的方案拟出来之后，才会去各分去开会，是吧？还是先开会，你们在一边，你们一边主管机关一边在研拟，然后一边在开这些会议？因为刚跟委员报告，就是因为这个进程不是我们所能掌握，我们只能那你要了解吧，总是会知道吧？对，但是据我了解，还没有完全确定，还没有完全确定。这过程中当然也都会有我们各主管机关来参与，但是因为那什么时候会确定？什么时候可以了解？还不知道，就目前还没有确定。如果确定的话，当然会由年金改革委员会来对外来公布。
对。好，那接下来就是就是根据报道吧，就是全序部好像是在跟考试院报告退休公务人员的相关的一些情形的时候，有讲到说这个将来这个退休的退就是18%要不要通通拿掉，然后希望将来退休公务员月退休金守住32,160元，就是大法官会议的280号解释，这部分的考量是什么？当然部长有澄清说这是建议啦，那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要不要一个楼地板，那这个楼地板的标准的定他要考量的是什么？我想刚委员说这是全序部的建议，其实不是建议，可能媒体有误解了，其实我们在院会报告，这好像是考试院秘书长转述的，还是你们有误解？可能媒体他在抓标题的时候会有误解。那没关系，部长你请说，你请说。对，我们是在报告说18%要怎么改，我们还没有定案，但是如果改的话也希望能顾及做事，也就是收入比较低的，就最低的一个收入，一个楼地板以下的就都不改，这是很多人的意见。那这个楼地板到底要设在多少？有人是主张，如行政院在有关三节慰问金还有那个年终慰问金所设定25,000元，也有人主张最低基本工资，譬如说现在28,000或者明年的21,000，那也有人主张。就诚如刚委员所提的，依照大法官会议280号的解释，也就是说，一个公务员最低的基本生活的需求，也就是委任一职等的最高级的，的俸额，那现在来算是32,160。那甚至也有人主张要用台北市的低收入户的标准，或者大概10,000左右，或者中低收入户的标准大概21,000元，因为各种标准都有，对，是各种的标准，各种的方案都提出来分析，但是还没有定论。对，我们会将这些方案来分析，所以我们没有建议32,160，我们只是说32,160只是其中的一个选项。嗯，那因为这个选项可能对比较高，对退休公务人员可能比较有利，那也许媒体大概就认为说我们是这样建议。那实际上我们是依照大法官会议280号民国80年所做的，我们是认为说这个解释也可以参考，对，就是一个选项啦，对，一个选项，还有很多的因素要考量，确实，对对对对，确实也很复杂啦，大家也是两难。好，那个秘书长跟部长请回，那请那个考请主席请那个考选部的次长啊，请许次长，谢谢。谢谢委员长。次长请教哈，就是说现在这个高考嘛哈，就是高那个公务人员的高考，还有那个技术人员的高考，他每一个，比如说会计师、医师跟律师，他们的录取的标准或者一些考试的那个一些方向，或者说考试的一些标准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每个技职别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在专门职业技术人员这一部分，是有几种不同的一个及格方式。及格方式，那你可以说明吗？比如说医师跟会计师跟律师。医师基本上它是一个及格方式，那律师目前是以比例，以报考人数总报考人数的比例来计算。那为什么这两者的考量是什么？为什么律师是用这个报考的人数的比例，然后医师他是设定一个及格的标准？这有下面博修想来科鲁。这一部分每一个考试哈，专门职业技术人员每一个考试，他有他特别的一些考量哈。那当然这部分我们考试院也责成我们在做整体的检讨哈。那为什么有些要定及格标准，有些要照比例？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部里面已经在进行检讨。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或者我请教你，就是说你们这个专门职业技术人员大概多久？你们里面或者相关的法规有规定多久几年要做检讨？我想这些我们持续不断在做检讨哈。如果说有异议提出来，我们会征询用人机关的意见。所以目前有一些部分我们已经征询过用人机关的跟专业团体的意见之后，所以持续不断在检讨，但是没有要求一定要几年做检讨。没有，
好，所以是看社会的声音或者这个考试的运转顺不顺畅。那现在最需要检讨，或者你们现在马上在作业在检讨的是哪一个专门技术人职业人员？目前有像这个历史考试这一部分，当然目前有很多的声音了那这一部分我们有在检讨。目前它是用历史分两次都是以33%来计算三分之一对。所以这部分我们有在进行检讨中。好，那在最后再给全考选部一个确认的机会，就是说大家一直在讲明年的律师考试在高雄的市场要拿掉要取消包部分，这个没有，确定绝对没有。那当初为什么有这个新闻出来？还是有什么考量？之前因为你们就是拿那个基金预算不够嘛，这会太伤人了嘛，就是不够，所以就要拿掉南部的考场。好，这个有对南部的这个考生来讲有被剥夺感啊。我想委员的这个所讲的哈，我们之前并没有决定说高雄考期在历史第二次要取消哈。那是里面有在做一些思考，那也不是以考选基金或者是报名会这边的完全来做决定哈。很多的考试会依它的这个性质，那基本上我们是以国家考场为主，那国家考场是不可能全部容纳的，对，不可能容纳的时候再分设其他的考区，所以明年我们那个考试的日期跟考区都已经公布了，这部分不会改变，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周委员，接着请段宜康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李秘书长，然后请全序部的许次长，对不起，考选部许次长。段委员好，秘书长您好，我先请问秘书长了哈，考试委员会不会平常业务会不会很繁忙？考试委员是这样子，考试委员依照宪法的规定啊，他要负责的面非常的广哦，所有文官制度啊，这个人事法制啊，官制官规啊。我跟你请问的是，考试委员平常在做些什么？除了每个礼拜开一次考试院院会，对不对？是每个礼拜开吗？是每个礼拜开一次，而且开很久。然后啊，9点都开到12点多，甚至1点多。哦，开很久，你是说开很久？我们等一下委员会开9点让。让秘书长看一下好了，然后呢，去担任，有可能会担任点事长，对不对？是，或者是点事委员，是考选部聘的。然后就是去国内外考察，大概平常就这样嘛，对不对？不，还有那个全序部的业务，还有个保信会的业务等等都有。业务，对，他们要参与业务。对，他们如果有案子报上来，考试委员也是要事先准备才能够在会议里面发言。就是、我以为他要去跟全序部参与全序部的业务，跟保训会的业务，是因为有考选部或全序部或保训会的案子报到院会来，他接到会议通知、会议资料，他要先研究了，对不对？对。好，那我再跟你请教，有的时候他们考试委员的薪资啊。是，现在是比照部长了。是，好像立法委员是因为立法委员行为法作为立法委员这个薪资的这个法源，那考试委员的薪资的法源是什么？这个你把我问倒了。这个我为什么会把你问倒呢？恐怕、这个、你们考试委员领多少钱是谁决定的？总要有一个法律的根据吧？对，这应该行政院主机处会比较了解。会比较了解，我的了解是没有法源呢。如果没有法源的话，如果没有法律的根据的话，那我们审预算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去删考试委员的薪资啊？我再跟您请教，考试院院会根据考试院组织法，是由院长、副院长，然后19位考试委员来，还有3位部会首长，3位部会首长共同出，都是出席人员嘛？对。那这个行政院的这个。人事长跟您秘书长都是列席嘛，对不对？是。那我要跟您请教，就是
好，我们刚才看了考试委员的这些业务啊，是，他其实除了每个礼拜开一次考试院院会，开会前要看一下资料，然后呢，他有可能去担任点试委员或者点试长，然后其他就是在国内外考察嘛，对不对？那么考察呢也会有公费，譬如说他如果出差的话，他如果当分区的点试委员，他如果去住宿，那我们照规定给他住宿的费用，他如果有这个吃饭、哦、我们也会给他这个核销，对不对？是。那所以考试委员他，我们考试院底下的包括全序部，包括考选部，包括监理会，包括保训会等等，这些业务最后所有的案子决定都在考试院的院会，没有错吧？是。好，那我举一个例子啊，我在2013年，就三年前啊，曾经为了一个警消的身高要求要降低身高，因为不太合理，因为我们跟其他的国家的标准比起来，我们标准比较高。后来呢，这个行政院也同意了，行政院那个时候我们的警消男生啊的考试，参加警察特考的考试，男生是165公分以上，女生是160公分以上。后来行政院呢就同意了、哦、这个内政部同意了，把165公分降为163， 160降低为158。后来考选部甚至啊觉得这样的身高标准还高了，就又降了一公分，所以男生呢就由165要降到162，女生从160要降到157。那我能不能跟你请教，从2013、2014到现在2016年，警察特考现在的身高标准是多少？您知道吗？考选部市长知道吗？不知道。我跟你说，还是原来的男生是165公分以上，女生是160公分以上。你知道为什么吗？即便内政部同意，即便考选部同意，而且考选部还觉得这个身高，内政部送来这个身高标准还可以降低一公分，为什么？因为考试委员反对。所以我们现在呢的这个男生的这个身高还是165公分以上，女生还是160公分以上，即便韩国跟日本都是163跟158公分，即便是这样，因为考试委员很坚持。我当然不晓得考试委员坚持的原因啦、啊、但是这样的一个制度不是很奇怪吗？就是考选部所有的考试业务最了解的是考选部，所有的全序业务最了解的是全序部，但是呢所有的你们考试院的事情都要到考试院的院会，包括要送出来修改的法律，包括所有的考试标准都要由考试院的院会，这几位这三位部长也不过占考试院院会19+2、21+3、24分之3/8，占最多的是那些对考试跟全序业务不像考选部跟全序部每天在那边研究处理业务最了解的是他们，结果他们的部长到了考试院的院会要被大家表决，表决之后呢，这19个一年到头啊出国考察，在国内考察，然后呢就担当你们一年的这个国家考试办几次，我查过资料了，办了几次，以今年来说，来考选部许次长，18次，十八次，对不对？18次，19个考试委员呢、啊，大家分摊一下，没什么事哎、欸。考试点试委员不用出题哎、欸，对不对？他就是主持事务啊，去主持个会议啊，就没事啦。他领部长的薪水，我跟报告委员可以，我跟秘书长请教一下，是。考试委员是一直都领部长的薪水吗？就我所知是的。啊，以前没有领过次长的薪水吗？你要不要查一下？我向考试，向委员先报告。他的法源是什么？是考试委员的工作的性质啊，因为他领薪水总要有个根据吧？是谁决定他领？是我说这个领薪水的根据这个啊。要来请教一下主计处，这个我不是很了解。请教主计处，你做考试院的秘书长，你们考试委员每个月领部长的薪水，
领19万多，光是薪水的部分，不包括助理，不包括司机，每个人还有一个司机，不包括他的业务费，光是考试委员的人事费，你们考试院的预算一年5000多万呢、啊？不，我根据是什么？你告诉我根据是什么嘛？我要向委员澄清的是说，考试委员不是像委员所看到的名的方面，好像说，哎呀，那一个礼拜不，我只是跟你请教说，行政院的院会是各部会的首长跟政务委员出席，监察院的院会一个月开一次，是这些实际负责监察业务的这些监察委员出席，考试院的院会一个礼拜开一次，实际负责业务的部长们，其实在里面的票数非常的少，主要就是这19个考试委员嘛。这19个考试委员做些什么？你刚才我讲了，你有可能说考试委员他利用闲暇的时间还在读书，还在用功啊，是对不对？这个我也不反对啊。但是为读书用功，跟他出国考察，然后一个礼拜开一次的这个考试院院会。然后当一当点试委员，连出题都不用，这样就可以领部长的薪水，然后还没有法院的根据。报告委员，现在这个幕僚给我的意见是，政务人员奉旨啊，现在没有法律的依据了。那他是总统派的特任，所以因此呢，依特任的来执行。不是，那我跟你请问嘛，是我们特任官也有次长啊，也有次长是特任官的、啊。是。那考试委员在哪个法律里面规定他是特任？我跟你请问嘛，谁跟你说考试委员是特任？是宪法上规定的吧？啊，有吗？宪法上规定的，是吗？宪法88条或者是增修条文，是这样吗？ 我来注意，或者我再回去再来翻一下看看。我承认我没有去看了、啊，但是我们时间可不可以停一下？你们确定一下哪一个条文？告诉我们考试委员是特任，没关系，报告委员，我回去再来翻一下、啊、再看看。你还要再翻一下，我们等一下我也下去查一下。是，然后如果主席可以的话，我查完之后，我只要3秒钟的时间跟大家讲考试委员在哪边规定是特任。宪法88条和宪法增修条文是有规定到考试委员和考试委员是这样子吗？是，所以不，我知道秘书长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考试院这个制度是很奇怪的制度。我们非常隆重的经过立法国总统提名，然后经过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有了19位的考试委员。这19位考试委员，我们堂而皇之，我们非常慎重的让他领部长的薪水，但是他的法定的职权其实非常的少，可是他的权力又很大，他的业务很少，权力很大，但是这个权力大到连考选部专业的意见，连一个小小的警消特考降低身高这件事情，搞了3年，考选部，这不是，对不起，考试院的院会就因为考试委员反对，有考试委员反对就不会通过。即便是用人机关内政部跟警政署，即便是对国家考试的专责机关考选部都同意，就是考试委员不同意，就这样割下来了。报告委员，这个后天审预算的时候，我们还有时间好好来处理考试院，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段委员。我们接着请周成秀霞委员发言。那在周成委员发言完之后，我们先休息5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大家好。主席，先请司人事长。请人事长。人事长好哈。人事长，我们的蔡政府自从上任以来，增设了不少体制外的组织哦。这些任务组织里面有新人像办公室、嗯、哦，还有促进原民主转型正义的委员会，这各种的办公室跟委员会，也引发侵害行政权的争议。任事长，你对于这些任务编组，为了要避免逾越组织的法定权限，造成组织间职权的冲突，衍生更多的问题，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措施要来做节制？跟委员报告，我想每一个任务编组他设立一定有他利润的一个基础啦，哈，那这个利润基础可能也许是因为时代的一个需要，在一个阶段性必须要整合不同的部门啊，然后一起，其实大部分任务编组是特别是比较高层次的任务编组，为了要解决跨部门的一些议题，那所以不管它是什么一个状况，如果设在行政院，事实上大部分它可能也是做一种咨询跟讨论的一个机制啦，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特别去注意到，他说还是不要让它变。如果他是真的要永久要设立，就应该走另外一轨。如果是一个临时性的任务编组，我觉得应该还是要适时检讨他。如果任务完成了，就应该要做一个。那这些任务编组会不会有什么任何的决策权利啊？不会啦，因为任务编组基本上大致上的功能是在提供政府最后做决策过程里面的协调啦，或者是这些议题，特别在行政院的基础上，非常多的任务编组其实是在容纳这种更多的一些讨论。那最后决策还是要由行政院或者各部会这边来做执行了。因为我们也很怕说，如果他拥有决策权的时候，恐怕会有指挥公务体系运作哈。还有侵犯原机关法定职权，造成指挥体系的杂乱的问题来产生，对，这个是当然要注意小心，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在实务上啊，有许多新政府宣示的政策哈，在既有的体制权限内就可以顺利推动了，是否需要在既有组织里面再来叠床架屋哈？这个部分也是要值得深思的哈。而且过多的这一些任务编组，哈。弹性过度了哈，也没有一个节制哈，未来恐怕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哈。举个例来说了哈，像我们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跟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还有行政院原住民组、基本法推动与总统府的原住民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这些业务都是雷同的哦，执掌也都是重叠的，组织庞杂流与叠床架屋哦，这个问题都是存在的。还有更离谱的哈，设立的任务编组根本是另一个任务编组的幕僚机关哦，像行政院年金改革办公室是总统府年金改革委员会的幕僚单位哦，这样子的问题。要不要检讨？要不要做一个整并？对，跟委员报，我想今天有很多委员跟您一样也提出这些问题，那我觉得这都是好的一个问题。那我想，未来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一定会再多做一些检视。那比如就像说，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有一些他个案的状况，比如您刚刚提到的，年金改革委员会，这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是以总统府的高度来希望寻求社会上一些支持，但是他还是需要幕僚来处理他。那因为总统府并没有真正的幕僚来支援这个年金改革委员会，那所以呢，在行政院就成立一个，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具有实现性的。当年金改革委员会那边任务完成了，这个行政院的年金改革委员办公室作为一个幕僚，他当然也就跟着应该检讨来走入历史。我想这个一定会搭配做这样一个处理。我们希望做一个统筹整合啦，好，不要浪费资源，毕竟我们现在国家的财政也不是很好。是。那立法院预算中心指出哦，府院任务编组合计高达有68个，哦，有68个嘛任务编组。那明年度的编业预算高大概2亿元左右哈，也见面前议检讨整并或者裁撤哦，以终结人力物力。所以我要请总统府以及行政院特别要注意检讨一下哈，不要为了闪避立法院的审查。让组织有黑机关的疑虑啊，哈，这个部分，好，希望，跟委员报告，我想这些任务编组确实都是内部的一些单位啊，有些是因为常设性需要一些业务费了，不过整体来讲还是需要应该多做检视，不过它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机关，因为机关就可以对外行文，它不可以对外行文。好，人事长，那你先请回。好，谢谢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全序部的周部长。周部长好，好，委员好。参事跟纪监是文官最高的非主管职务哈，
部会多为12职等，行政院可以高达到13职等哈。那在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开放参事可以机要任用，也没有条件限制哈。机关所长任用亲信，有的人条件是很差哦，有的人是政治性太高哦，争议性大，所以备受批评哈。当时啦哈。当时的总统幕僚平均大概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哈，可是都身居要职哈，所以当时被国民党讥为是童子军治国哈。那在民国91年以后，也修法全面把它限制，包括参事、研究委员、主管和技监这些职务都不可以机要任用。那现在全序部又要修法放宽参事可以机要禁用，这样是不是让童子军治国的这个情形再复辟啊？我想以前可以机要任用，甚至包括参事都可以机要任用，就不是2000年政党轮替才有的，以前就是这样，是91年的时候他把它限制参事和研究委员不能用机要，是后来限缩的。那我们现在有研议要开放，也是大院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决议，我们是照这样决议来做。那另外各机关他们也认为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个不是在陈水扁前总统执政的时候在做的事吗？不是，那陈总统他那时代以前都可以机要任用，只要在法定的原则内都可以机要任用啊。但是不是陈总统上任以后才开放？那是放宽嘛？没有放宽，以前就是说以前就几十年来都这样。那是91年的时候，那个考试院根据任用法的规定去把它限缩。那这个限缩，当然那时候或许有时空的透视的因素，那对不对？我们也不论。那只是说，在经过14年以后，各机关是认为有这方面的需要，那大院的委员会也认为有需要改进，所以我们才做这样的一个改进。那我们改进也不是回到原来是都就没有原有的限制，我们是希望只限缩在1/3，而且我们相信很多机关也不会因为开放那就全部来任用，因为刚才跟大院报告。现在得禁用机要的人有1600，中央地方有1634人，实际上实际禁用才956人，不到六成。我们不希望因为这样的放宽，不会影响、啊。不希望影响到这一些公务人员升迁的管道了哈。对，不会，因为原来他就有名额可以继续用啊，还有几百个名额可以用、嗯，也不是因为这样开放就会大量的侵蚀文官的升迁的管道。现在机要任用的高层的职位已经不少了哈，已经很多了，包括次长以及主秘哈，还有部会三位次长中两位都是正次嘛哈。那这个不是机要，这是政务人员。所以如果在开放参事，刚我们招委也质疑过，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那未来是不是连司处长也要开放啊哈？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相关单位还是要审慎啊。目前法令司处长不能机要任用，好，所以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也希望我们全系部啦哈，不仅仅是应该考量到这些机关实际的用人需要，更要尊重文官体制。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才会才没有完全开放。不管是哪一党执政，都是一样的哈。不要完全认同，不要抢公务人员的饭碗啊。是。现在部会原本就有机要任用的名额，然后只是有一些5个人，有些耳闻啊，就是觉得薪水不够多，待遇不太好，所以将脑筋动到参事的这个头上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啊，你们相关单位还是我想不会说占用高推，事实上现在956人里面，其实在215人是简任缺，其他569人是建任缺。对，因为如果所长可以用自己的人，如果所长可以用自己的人来结党营私，那未来大家也不必那么辛苦去考公务员了。对、啊，
拢无政治就好啊，吼、哦，所以这个部分，哦，请你们特别留意。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周成委员，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五分钟。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我们请所有各单位能够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哈。好，我们现在邀请王荣章王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各委员，各位列席的官员，大家好。主席，麻烦我请全叙部周部长，请周部长。哎，部长好。好，委员好。部长，我们总统府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啊，我们一起开了20次的会议啊。对，好。虽然这个委员会，好，我想我们很清楚，它是一个咨询的性质，实际上相关的未来我们国家年金制度的改革，可能从就是说这个委员会里面做相关的决策，好，但是在半年的时间以来的话，我想部长很清楚啊，就是说除了在委员会里面的讨论，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网络在媒体上面有非常多的谣言在外传，好，最近网络流传说我们未来好，年金的这个部分，我们这个公务人员的这个部分，未来的就是说年金将直接以目前的领取金额打7折。好，我想部长对于这样子的传言，好，你有没有要做解释跟说明的？未来可不可能我们就是直接就把现在领取的金额打7折来支付？我想就我们参与的部分，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目前没有这样子的规划，对不对？也不可能，就是说直接就是以领取金额，然后不论高低，好，不论领取的，就是说高低，直接打7折来做支付。改革没有那么容易，也没有那么简单的方式。是，好，那我想要就是说我们在今天，但反过来就是今天我们在全叙部的书面报告里面提到，我们公务人员退休所得应该定合适的天花板上限，好，跟楼地板的最低保障，好。那在这一个部分的话，请问部长，就是说以目前全叙部的，就是说规划跟想象是什么？我想，楼地板的部分，因为有委员或者在媒体上或者一些专家学者，他有提出一些意见，大多数人都认为说要保障弱势，也就领比较少的，也许就改革的时候不要改或者改比较少。我想这很多人的意见，所以我刚刚也跟大院报告，也就是说有人是认为要25000以下，有人是认为32160以下，有人认为两万或者21000以下就不要改或者改比较少。我想这是很多人的意见。那这部分其实都还没有定案。那至于天花板的部分，到底要设定多少？这意见更分歧了，更分歧。那这部分目前我们也是在收集各方的意见，包括国外的一些规定。所以目前也部长本席可不可以这样子解读？就是说，基本上面我们会适度保障哈参与年金保险的人，他有一个最低条件的保障，好，就是说最低的这一个部分。但这个最低的话，以保险制来讲，它大概不会是一个绝对的金额，好，我们会计算出来，就是说在适当的适度的，就是说投保的薪资，好，投保额，好的，加上就是说一定的年资之后的话，可以保障到一个范围，好，这个范围就是说您刚刚讲，就是说人资互鉴大概从2万到就是说3万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范围，作为所谓的就是说地板。那另外的这个部分的话，对于上限，国家的就是说保证，我们透过社会保险的制度要求，好，所有的被保险人强迫参加，好，我们社会保险是强制参加的。那在这里面的话，也应该有一个范围的上限，好，作为国家保证的责任。那另外的话，对于社会保险民众应该尽的，就是说义务，应该也有一个上限，而不至于就是说影响到他现在的生活，
好，如果我们的就是说让的范围太高，那然后在这里面的就是说保费太高，事实上会影响他现代生活，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上限，作为我们大家共同承担的一个范围。好，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的说法，您可不可以接受？对，因为刚提到就要设定楼地板，其实是因为收入退休所得比较低的人，他们对改革的调整能力比较低，对调整能力比较低的人，就应该要适度予以保障。是，哦，那至于最高所得的部分，那因为这部分是没有调整能力的问题，但是有些人也认为说，退休的时候不应该领超过哪一个金额，等于过度的保障。好，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想无论我们的就是说改革的幅度，好，那然后改革的方向是如何，我想在里面的话，我们大概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好，就从历来过去我们所有的就是说改革，不只就是说年金等等的，就是说这些改革的话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好这么急，好，希望在一年里面然后来做出就是说方向目标的确定，在国家政策的这个目标方向可以确定，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来做就是说渐进的配套。此外，本席要请教就是说部长的在年金改革的讨论过程里面，我们公务人员的代表曾经多次提出来啊，跟劳保相较，公保年金的这个部分目前只有失效教职员然后才有年金了，好，所以希望就是说先把公教对不起，先把公保年金化，那然后才可以来检讨退抚基金的部分。请问部长，你的看法如何？因为公保年金化是在我们是希望说这次改革，因为公保也能年金化，不止私立学校的部分，还有国营事业的部分，而是说都有年金化。但是整个所得替代率，整个的算法是要把公保的年金再加上退伍本席这样请教您，为什么我们现在公保的这个部分还没有年金化？目前的问题跟原因出在哪里？就因为现在目前他们是有月退休金，也有18%，所以认为说，简单的讲就是那个替代率或者是给付率太高了，对不对？对，如果替代率的就如果我们的公保在年金化了之后的话，那个替代率的话，相对来讲就是说会更高。对对。好，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适度的来做调整跟改变了之后的话，我们才有空间来谈。好，本席也希望就是说未来公保跟退抚的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合并来做考量。是，好，在给付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能够有一个合理的的状况。是。另外，有公务人员团体他主张，好，在退抚基金在自行提拨的35%，是公务员自己延后给付的薪资啊，所以不应该列入年金改革的范围。好，请问部长，我们公务人员的退抚基金是足额提拨的吗？就是公务员35%，机关65%。对，那这一个部分的话，就已经足额提拨，我们的费率等等，就是说来讲是足额提拨的吗？不足额提拨。那在这里面的话，政府拨补的情况如何？因为目前政府还没有拨补。好，退抚基金的这个部分没有吗？没有拨补。好，那所以就是说在这里面，好，他们主张的就是说在退抚基金里面自提的35%是不能动，不可以改，不可以动的。您觉得合理吗？我想这部分，因为虽然明目上是35%，但是因为不足额提拨，像我们精算50年，公务员的最速提拨率是要36.98%，也现在才提拨率才12%，也就是它是不足额提拨，所以不能认为说这。所以不足额提拨，自然就是说不能够足额领取，对不对？对，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理论上应该是如此。好，谢谢。我想接下来我想请教人事总处，我们司人事长，好不好？
人长，请问哈，委员好，我们过去的年金改革里面，时常被批评肥大官瘦小吏，所以就是说在这里面，外界也会特别关心所谓特任官、政务官的这一个部分，那在就是说这，请问就是说我们目前就是说这样子的人数有多少？那每个月可以领取的金额大概是多少？跟委员报告这个数字，可能我需要查。如果说已经特任官退休，他们平均拿的月退休所得，一定包括他退休金加那个优存，这个可能我还是要查一下这个资料。好，那本席直接请教，您认为就是说在这一个部分的话，改革应该朝向什么样的目标跟方向？我想应该这样讲，应该。他应该并同公务人员这边的一个，一定是跑不掉，一定要并同公务人员所有的改革。只是说，特任官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上次也提过说，如果社会上有认为说步调上应该更快一点，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呢，其实是可以优先来做。特别是他有关这个，包括大院也提到说他的这个优存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先讨论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优先来处理的一个议题。不过处理这个议题都还是要循程序，由有那个考试院就是一个一定的程序，行政院也许有这个，如果有这个提议的话，就还是要会同请考试院修改他的一个办法。好，好，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事实上可以不带年金改革所有的方案等等配套完成。对，我觉得他还是可以先优先处理。那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搭配年金改革的部分处理。那我想这也可以，是，这也可以觉得外界觉得我们仍然就是说肥大官瘦小吏这样子的一个改革的情况。好，那这一个部分的话，我想值得我们一起来做努力，然后尽快的来把它完成。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王委员啊。那黄伟哲委员不在，我们接着请郑天才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有请周部长。请周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部长在过去哈。也在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担任过主任委员嘛，对不对？是。好，现在担任前续部的部长哈，我先请教你，这个参事到底我们国家在公务体系，尤其是在中央相关的部会从行政院到这个各部会都设有这个参事啊，然后在县市政府没有参事嘛哈，直辖市参议哈，有参议，直辖市有，直辖市直辖市有，县市政府没有，依你的理解，参事当初要设这个职称呢，参事这个职称主要的这个功能，或是它的目的，或者是它的工作的性质各方面，能不能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或是说哪一个公务员、哪一个司哈、哪一个比较能够了解的？司长，司长，参事，不会随便弄个名称吧？参事这个职务目前是我们部会层级啊，那么兼任非主管啊，那么这个非技术性行政类的最高的一个职务啊，那么参事的目的啊，那么各部会的这个处务规程里面，大部分都是办理这个法制相关业务，或者是提供这个政策咨询啊，他的目的，他的职务的职掌事项，大部分都是这样规定。好。他是一个兼任啊，就各部会来讲哈，在部会是十二职等，十二职等，在行政院院包括你考试院哈，都是可以到十三嘛，是这样吧？十二到十三的职等，所以他是一个非主管，但是他是这个常务事务官
最高的一个职等，可以这样说吗？跟技监以外就是最高。好，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议题啊，机要任用啊，机要任用，这个部长还是司长来说，机要啊，公务人员任用法，我们在谈机要，在公务人员任用法它的设立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任用法很简单，就是办理机要事务。好，机要事务，没有错，就是这么一句话，机要性质的行政事务了，机要性质的行政事务，在你的报告里面哈，也是这样写哈，处理机要性质的行政事务哈，所以这个议题啊，事实上在这个好多年前了、啊，是应该有超过十年了。十年前就讨论过了，无论是在行政部门或者是在立法院讨论过，因为以前没有规范这个机要人员可以哪些职务 所以当初为什么会要求这个考试院这个修正机要人员的这个公务人员任用法所授权要订的这个相关的施行细则，以及你们现在有订那个机要人员的任用办法吗？是不是那个正式的名称叫什么？各机关禁用机要人员办法。对，当初这个在订的时候绝对不是草率订的，应该有一个很完整的根据这个整个文官体系或是政府设立这些职务的一个目的，应该有他一个考量审慎的讨论之后所定出来的，是不是这样？部长你是不是觉得认为以前的人很草率我想九十年会这样定，当然因为这是考试委员的职权，那各个考试委员到底他们当初是用什么样的想法，那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得知。草案是前夕部提的，不会是直接就在考试院宴会就拿出来讨论吧？不会吧？就应该是前夕部拟案，然后对啊对啊，一定是前夕部拟出草案，然后跟相关的部会在你们自己考试院内部，然后还跟这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相关的机关彻底详细的讨论之后，才会定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嘛，一个就是排除了参事嘛，除了排除参事还有什么？研究委员嘛那专门委员可以是不是？可以所以专门委员可以，其实我都觉得是打问号了打问号。如果就整个国家当初在设这个职务的时候基本上所谓的这个为了因应机关首长用人的需要这个禁用少量亲信人员这是你的报告这个处理机要性质的行政事务。如果从这个着眼点这个本来就是公务人员任用法，所以就你在检讨这个办法的时候，你就要先回归到公务人员任用法这个母法，公务人员任用法这个母法，然后去考量到底应该怎么样才适当，是太宽还是太紧而这宽紧之间当然就是要看这个职务，因为这个职务的名称不是随便定的除非当初是随便定的，如果不是随便定的就必须一定要很审慎的去考量部长你的意见怎么样？是啊，当时是有当时的时空环境会这样定，那至于因为时空又已经改变，又经过十几年，那大院的委员会也希望能够做一个调整，那各机关也希望能够在弹性
比较有弹性的用人 的情况下能够调整，所以我们这次调整也不是回到原来以前是没有限制那个员额，不是以前没有限制，大家都很遵守纪要工作的行政事务是什么，大家过去都很遵守，就是那几年没有遵守，所以才会被检讨，才会去定，所以还是要回归到公务人员任用法，然后当初设这个职务，因为早期几十年来以前机要的工作都是用秘书，基本上都是秘书了，啊，或者是专员了，啊，连专门委员都很少了，啊，偶尔会用一些了，那后来就比较大家比较，因为反正没有规范嘛，所以才会拿来说要规范，所以基本上还是要看这个整个，如果只是为了让这个机要人员升官，哦，那就大可不必，哦，因为参事他本来就有他的工作，不是在做，如果参事是在做机要行政的事务，机要性质的行政事务，那我不认为那个参事当初的设立的目的是这样，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我知道你们现在的方向了，啊，我个人这个身为常任文官出来，啊，也难以挽回了，啊，看起来也难以挽回，但是，啊，部长，你毕竟过去在政府机关也很久了，你在台北市法规会也待过，啊，然后在这个保训会，啊，好像还有一个机关嘛哈，人事局。啊，人事行政局啊，人事以前叫人事行政总，人事行政局嘛，所以这个部分你必须要有你的坚持，而这个坚持就是回归到第一个公务人员任用法，第二个就是当初设这个职务的目的，我认为我是就这样的一个建议。所以说我们现在拟案就是希望能限制三分之一。不是几分之几的问题了，啊，是不是几分之几？现在是最多五个嘛，是吧？对，三分之一是还要再增加，是吧？哦，不是，就是五个是每个二级机关，它可以用机要人员的人数。是，对，我知道。那所以三分之一说参事的员额，现在如果有参事的机关，现在是224到253人，那其中三分之一。大约82人的部分是可以用，那也不见得每个机关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名额，所以因為只要有机会就会用到了，就会用满了，是吧？那以前2000年以前，我想很多机关参事也是用机要人员啊，非常少了，对，还是有啊，对，还是有，所以我那时候没有限制，那我们现在。还把它限制名额，我们还是很重视整个文官的体制，所以不会说要回到原来91年以前的状况。我们91年以前他会做到这样限制，当然有当时的时空背景，那我们也尊重那时候的限制。但是因为现在时空背景又已经转变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稍微放宽。那我们认为说这样也不会侵犯到所谓的文官的升迁的管道。因为每个机关不一定会用满。部长，其实讲时空背景哈，你说会也会重视，其实是以目前的时空背景呢，是会越来越不重视了啊。这个部长你就把它放在心里。不会，我们会很重视文官。好，谢谢你，希望你重视，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郑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那我们接着请许玉仁委员发言。主席好，我们请那个施仁市长。好，请施仁市长。委员长，委员长早哈。在开始之前，我还是要问一下王美花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我想上次委员，我跟您报告，也跟您办公室应该有正式
回函过，基本上就是我上次讲过，我已经有口，马上第一时间我就口头跟他讲这个不恰当，然后后来我也直接呢用通过我们的系统跟我们所有人事主管呢。对，那你说你会处理嘛？那处理，对，那是到年终，年终就是因为年终考绩现在还没开始在，年终具体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一般年终考绩会是在十二月或在大概十二月以后才会，十二月真正做一个处理。那我想这个事情我会列入他的一个他工作上，那你会记过还是你会记申请？我跟委员报告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这是他整体上一年的表现里面的，也许有点。不适合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一定还有一些其他在工作岗位上本来就做了很好的部分。我想人种考绩都是这样来做处理的。不是啊，你要好好做一个示范嘛。如果说以后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其实我们没办法接受啊。所以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想我立即就用一个正式的一个方法告诉我所有的人事主管，以后这些事情应该要怎么处理的原则。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表态了。我想委员应该看到我那个讯息了。我相信我们的人事主管都了解这个事情。而且我还要求他务必要传递到所有各级的人事主管。好，那你说年终嘛，哈，对，好，那我等你哈，好。好，那人事长请教你一下哈，基要，你认为基要的定义是什么？应该这样讲，以现刚刚我想这个周部长在那个报告里面的，如果依照公务员任用法精神所做的一个基要，他就是协助机关首长做他自己比较呢，也许是行政性的一些事情，也许是排行程或者一些小事情，这是法令上这样讲，但是跟委员报告实际上的运用，你也应该知道，所有这个机关首长这个会找在员额里面找来一个机要，一定不会只限你排行程，一定还有一些别的事情需要他去协助。所以排行程就是有点像私人秘书或特助的概念，是吗？对，所以说机要本身可以做，这只是其中他一个可以用的一个工作事项。那请问一下，现在的政务官到底？一个政务官可以配多少机要？不同的层级有不一样。以我们部会来讲，都是五个。一个部会五个，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机要都任满了吗？并没有。刚刚全局部的周部长有报告说，如果以法令上就是要点可以规范可以使用是1600多人，实际上用大概是900多人。所以意思就是说还有。不是说有这个五个人大家都会使用，其实每一个机关首长会根据他的一个个别的状况去做判断，但是就是不可以超过五个。那目前的机要是不是就执政党的变动而产生而进入到行政单位去担任要职呢？我想这个事情应该这样讲，任何的一个机要，因为有一部分是本来是有常任文官会来担任机要职，有一部分就是随着这个政党轮替，新的其实也不一定是政党，同一个政党只要是部会首长的一个或机关首长，变动，他自然就会带着少数一在那范围里面来协助他。但是，当机关首长离开的时候，他就跟着要离开，这就是属于呢。那是只有一级的政务官才有办法聘用五个机要吗？还是其他的副的也有聘用机要的原来？只要是部会都是五个，但是行政院跟总统府比较多，因为这是根据要点规定。那地方政府也一样可以用机要人员。那你可不可以提供我这边一份名单，各个部会的机要的人员的名单？刚刚跟委员报告，刚刚我想在今天的前面也讨论过这事情。那刚刚主席已经裁示，我就是用一个密件提供给委员会，那由委员会再转给那个各位委员。好的，如果说这些机要啊，就是说透过政党的轮替进来的话，那之后。政党在换的时候，这些机要是不是又都要换掉？对，没错，因为它是随着这个任用的人同进退的。那你双轨制的情况之下，你估计大概会影响到目前的文官会有多少的比例？双机要不是要没有，我说你第三级的这个目前那个比例还没有真正讨论了。不过我们一定会务实的去讨论这个事，我们一定会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里面。那你这个有一些任务编组啊，在你以人事长的观点来看来说，譬如说我们的南向办公室，哦，然后像类似这样的任务编组，你认为他是政务任用，还是将来会常设的部分？
哦，这个每一个 case 应该不会变成常设，它只是一个因业个案需要，然后筹组了一个任务编组，然后让这个任务一旦最重要的目的已经完成，它自然就解散了，或者就把那个在任务编组里面大家有一些意见讨论给这个有权决定的人呢，决定完以后他就能回归到各部位去办理了。那有没有办法？因为机要这个名称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有遐想的名称哦。对，我想。有没有办法对于他的工作给予一个正确的定义？因为你刚刚说这个排行程啊，我就听起来像是一个贴身秘书，然后是一个这个长官非常信任的一个人，但是这也有可能产生一些可能性的一些状况，还有弊案的可能性哈。这样子，我觉得，因为现行的法令是把它放在公务人员任用法架构里面去处理。那任用法架构里面处理里面有一些呢，当然是由我们原来的工作同仁文官来协助调到办公室或者哪里去做协助处理，这个有它的一个道理在。可是实务上运作呢，又有一个需要，就是说有些真的是需要跟首长这个同进退，那他会帮他协助一些比较是政务上的这个幕僚协助。其实概念上就是这样一个。如果以我比较粗鲁的讲法，就像说企业界会有一些董事长或什么，他有一个特助。那特助可能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概念上他是首长的特助，首长的，但是他里面有协助首长做各式各样的一些事情。他有没有可能会潜在的左右或影响这个首长的政治决定？这个当然是他要跟首长的一个共事关系的一个默契，但是首长也要有一个心理，一定有一把，因为最后做决定的人，因为机要是不可以去涉及实际上指挥监督。机要的任命需不需要透明化？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当机要，什么样的人才 qualify 这个机要的这个任用资格？应该这样讲，这 depends 我们对机要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对，来做一个决定。所以他工作没有被定义嘛？就现行的依现行的制度来讲，我想他们有一个大概有一个禁用的一些规定啦。我依现在全序部的这个要点规定，一定有一定的那个规定。但是我只是跟委员报。全序部可不可以上来回答一下机要的工作定义是什么？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人想要去应征一个工作叫机要，请问一下他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就那个，然后履历上要怎么写才可以应征得到机要这个工作？那个、办法里面都有规定，是，比如你要担任委任职机要，要具备什么方法？好，譬如说什么，请你描述一下。譬如要第七条规定，委任职务机要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那就是具有第六条第一款到第九款条件之一，或者其中也有在教育部认可国内外独立学院或大学毕业都有谁是谁位之类的，它有好几款规定。那兼任的部分也有规定，兼任的部分也有规定。所以说，他对于他的资格有规定，但是对于他工作的内容和定义是没有被规定的。我想这要看首长他用人。那你觉得有没有需要被透明化来规定机要任用的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机要在做什么。我想机要，因为这很难去定义。那当然，如果要在办法里面去定义，当然我们也会尝试看看有没有在办法里面来纳入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很难被定义，就表示说他在任用人的时候就没有标准嘛？对，但是他还是有随经历 的限制啊。对，那但是那是表面上，但是他对于他工作的执掌是什么？执掌一般就是办理机要，办理机要业务，但机要业务是什么？对，机要业务是什么？刚刚那个人事长那已经有业内解释过了。哦，所以没有办法明确的讲出到底机要在做什么，可以这样说吗？我想，机要他在负责首长，他会指派他担任一些工作，那包括刚人事长所提的，除了排行程以外，他可能也会帮他那一个首长要五个人排行程吗？应该不需要嘛，哈。那我没有说机要这个工作不重要，我只是说以人事长还有您的这个高度下，是不是我们这个事情如果可以让他透明化，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国人知道说到底政府组织如何用人，还有广纳贤才。那一个年轻人或是一个有学经历背景都不错的人，想要去做这机要的工作，他应该知道
它的内容是什么，对不对？同意吧？是 是啊。那是不是这部分也请这个人事长还有这部长这边来来研究一下哈？好，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徐委员。我们接着请黄国昌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啊，我想先请教一下主席啊，因为今天排的是机要任用任务编组及年金改革整体规划配套的专题报告。那因为我想要咨询的重点在年金改革整体规划配套的这个主题上，那所拜读各个部会所提出来的东西啊，内容单薄的可怜，看了所有出席的人，我也不知道今天行政院就这个主题要以谁为当代表，是不是可以请主席裁示一下，看列席的官员到底今天是谁负责年金改革整体规划配套的？行政院的那个严处长这边，还有包括考试部那个我们的考试院李秘书长这边，来请两个单位好吗？因为今天哦，年金改革是新的政府重要的政策，也是大家都关切的，影响的人非常的多啊。那今天在司法法制委员会排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专题报告，年金改革整体规划配套，其实我看所有书面的资料，看出来令人失望透顶啊。那今天行政院秘书长请假，连副秘也没来。是觉得这个专题不是很重要吗？啊，今天谁有办法代表政府针对这个政策议题发言？谁有办法代表今天？今天有人有办法代表吗？啊，如果没有办法代表的话，今天委员会排这个专题，行政部门出来这样子的人，是看不起立法院吗？还是看不起司法法制委员会？不是啊，主席，不好意思哦，那时间请暂停啊，因为我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年金改革整体规划配套，行政部门的代表是谁？谁可以代表讲话？讲的话要负责任的。如果没有一个人的话，我拜托主席现在打电话给行政院，派一个可以有代表的人来。那要不然今天在开这个会，不是大家都在混吗？连立法院也都在混啊。如果行政部门连一个有代表性的人都不愿意派出来，我们立法部门要监督的立法部门什么话都没有，是不是可以请主席裁示一下？因为他们到底谁要负责？我到现在没有看到半个人很勇敢的站在上面说这个政策我负责。啊，如果今天行政部门没有有负责人的代表，那今天排这个年金改革整体规划配套是在开玩笑吗？那个黄委员，是不是您可以指定由哪一位来先做询问啊、哦、那如果觉得他们的这个答复不是那么的满意，我们可以另外再重新再来安排做一个专题是没有问题的好吗？ OK， 好，来，年金改革会议开会以前五大任务，其中一个是提出年金改革备选方案，来，请问现在年金改革备选方案在哪里？你那主席要我指定一个人回答，但是从他们的 title 我都不知道谁有这个权限跟地位回答。来，你们今天所有列席的人，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告奋勇上来，麻烦时间暂停了、啊，主席，因为他们全部都在浪费我的时间啊！谁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回答？是不是请直接上来。是不是我们先请考试院的李秘书长先回答你啊？那如果觉得这个不满意，你看吧，再另外再请哪一位回答？来，年金改革备选方案，现在在哪里？请秘书长。好，黄委员好哈。因为这一次的年金改革啊，是总统府所主导的，那跟你没有关系嘛？不是，我们考试院也是政府的一环，所以不是啊，请针对我的问题回答啦。对，年金改革备选方案现在在哪里？知道不知道？现在知道不知道？我们考试院的全系部部长是去参加年金改革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那它是整个整体作业。那我只问你，年金改革备选方案在哪里？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有这么困难回答吗？这个问题？这是年金改革委员会的，所以你不知道嘛？好，来，麻烦有请周部长。请问部长知不知道年金改革备选方案现在在哪里？因为在开会过程中，因为也没有达成非常多的共识哈，所以目前那个召集人是陈副总统，是责成各主管机关要针对委员所提的意见来做一些拟案，还有精算财务的。所以按照你的认知，是年金改革备选方案到目前为止客观上并不存在，对不对？对，现在由各来请行政院报告委员。刚部长说年金改革备选方案现在客观上不存在，他讲的对不对？目前是由各机关在负责相关的年金的议题，因为年金议题包含劳工还有国民年金有六大的方向。那目前呢，依照开了20次的那个会议之后呢，那个预定明年初会分北中南东去做所谓的座谈会，之后呢才会根据各界的意见会提出这样子的备选方案，所谓的方案出来。所以目前为止应该是没有所谓的备选方案，只是针对年金委员会所这个任务啊。对，你们一开始要开这个会，我大力支持啊。我不管是公开还是委员会，讲了 N 次，我大力支持啊。我大力支持的结果，开了20个会，说要提出年金改革备选方案的是你们行政院了，不是我。今天我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年金改革备选方案在哪里？连方案都没有嘛，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你们只讲简单的一件事情，年金改革备选方案没有达到当初年金改革委员会设定的目标，没有任何方案提出来，这样就好了嘛。那第二个，年金改革备选方案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给一个时间。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请不要再把你书面资料的东西再念一次，在那边跟我晃来晃去，刚刚的时间都要扣回去。年金改革备选方案什么时候提出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主席怎么办？是这样啦，黄委员，这个议题本来我们现在他们的会议也都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真的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几个副案的话，我相信我们委员会召开的绝对会是专案的这个讨论了哈。那因为我们今天主题设定本来就是有三个方向，包括这个年金改革也是一个大致上我们听取一下现在的一个进程了哈。那个黄委员这边关心的，我们后续我们当然可以要求针对这个议题我们再来召开好吗哈。好，没关系，今天主席这样讲我完全尊重主席啊。第二个问题，今天如果不是谈年金改革整体规划配套的专题报告，我来问这个问题要求行政部门回答是我无理。但是今天这个是这个专题报告的其中一个主题，行政部门没有办法派搞得清楚状况能够负责的人到委员会里面来备询，我觉得这已经是对司法法制委员会非常不礼貌的举动了啦。那当然啦，我尊重司法法制委员会其他的委员的决定跟想法。第二个问题，林权院长在9月20号公开宣誓，党职并公职要优先改革。来，请问法案行政院提出来了没有？报告委员啊，院长有在指示人事行政总处就党职来，请行政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来做调查。对，来，人事长，请问法案什么时候提出来？我想这是行政院的职权哦。行政院长确实指示啊，然后由林美珠政委。组成一个小组，那这个小组有一些讨论，那这些讨论完以后，其实它后面会涉及到必须要有一些不同的方案，但是最终如果要调整的话，可能职权都还是在考试院这一边，所以我想这个双方应该还在沟通这样一个过程。好，现在沟通了几次？报委员，因为我这个我们并没有真正负责这个事情，所以细节的部分来，请问谁负责这件事情？我想行政院有组的一个指派政委来
来处理这个。所以今天负责任的事情，负责任的人没有来嘛，对不对？不过跟委员报告，因为可能今天设定了议题，没有关系。来第二个考试院，考试院秘书长，请问秘书长，是行政院在九月二十号林前院长做了这个宣示了以后，跟考试院开了几次会？目前还在行政院研议之中，他案子还没到考试院呢。所以现在跟考试院开会的次数是零，对不对？是。来，行政院处长，什么时候要提出来？九月二十号院长就宣示了哦。报告。九月二十号就宣示了哦。今天已经十一月二十一号了。什么时候要提出来？针对党职并公职的部分啊，第一件事情行政部门要做的是，应该是要去做一个清查，因为这个、没有关系啊，清查做完没有？应该还在作业中。什么时候可以作业完成？这个因为主要是由政委在督导，那所以你也不是很清楚嘛。目前的状况好，没有关系，可不可以回去跟负责的政委讲？目前的进度是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提草案？可不可以会后书面回复？好。这个应该没有问，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嘛？可以。不是啊，大家都在看呐、啊。你年轻搞革是改真的还是改假的、啊？党职并公职，哎，党职并公职，九月二十号那一天，我们时代力量的党团把我们的法案拿出来了，下午。林权院长马上宣布，他要优先处理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高兴。两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刚考试院也讲了，你们连找人家开会都还没有，现在也还在清查，法案什么时候要提出来还不知道，那这个叫做优先要处理哦。优先在哪里？来，再请人事长。从上一次第一次我在总质询的时候，有请教司人事长嘛？哦，我在问的是年终慰问金的事情。以前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以没有法源依据、财政困窘为由，反对发放，提案删除。税务人员奖励金一样，以没有法源依据及财政困窘为由，反对发放，提案删除。在今年的预算书编列当中。两项全部都延续马政府过去的政策，年终慰问金继续编，税务人员奖励金继续编。请问新的政府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是在野的时候反对，还是执政的时候就赞成？是不是可以请人事长跟大家说明一下？跟委员报，我想年终慰问金这件事情，当然最。委员提的法源当然是要到法律的一个阶段啦，那在年终慰问金处理的方式当然是用我想定了一个办法，然后这个办法送到立法院呢做一个备查，那这个算是他某种角度算我不是学像委员这个法律那个专业，不过我们理解这个有点措施，那循预算的程序呢一个措施性的一个相当于措施性的法律的方式，所以按照哈还是会继续来先停一下。所以按照人事长的说明哦，民进党在野的时候哦，说他没有法源依据的批评啊，根本是胡说八道，对不对？我想不应该这样解释哦。我想，所以民进党在野时候的批评到底是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请回答问题。我想这个需要有一些法源，这绝对是正确的。所以民进党在野的时候要求，如果要发放这个，应该好，需要有法源没有问题。现在的法源是什么？那我想我们现阶段所依赖的法源还是属于。那跟旧政府时代的法源有何不同？法院的一个办法。那我们后续呢？我们明年应该会我另外一个构思处理的一个方式。那你我这个方式也会涉及。不好意思啊，请你回答问题。你们现在的法源跟旧政府时代的法源有没有不同？哦，这个是没有不同，还是一样，当初是送还是一样的法源嘛？但是这是送给立法。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大家同意的对好。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批判是错的。还是你们现在的编是错的，因为你刚刚已经跟我讲了，法源都一样啊，不是吗？但是我想法源的定义，大家也许有不同的一些看，当初是连有一个办法都没有。好，你现在所依据的办法是什么时候制定的？这个应该是在102年左右制定的。那个时候不是也是马政府在执政吗？法源依据哪里有不一样？没有，这是。
102年的时候，立法院在讨论的时候，立法院做了一个决议，那我们就根据这个决议呢，向立法院提出这个一个办法。那在这之前是连办法都没有，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102年之后就 OK？ 我不是在102年之前就不行，就是说。一个给付的一个类似这种给付的一个事情的法源，是不是完全一定要用到法律的层次，或者法律来授权，或者是我们透过一个办法，也经过立法院同意，那这个也算是一种措施性的一个法，没有关系啊。我想我今天哈有一些法律专业，我们再来做请教。如果不今天我们再来做补充。今天我跟你讨教的重点不是这样的法源够还是不够，我知道。今天我跟你讨教的重点是核心价值的一致性。核心价值的一致性，102年以后，你如果认为那样的法源是够的，那你提那个决议不准人家编是什么意思？你到你自己执政了以后，你还是用一样的法源依据啊，结果你行政部门就编啦、啊，年终慰问金是这个样子，税务人员奖励金也是这个样子啊。好，洪委员，我再给一分钟好吗？好，谢谢哦。我的问题很简单啊。前后的标准要一致嘛？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到底是过去那样的坚持是错的，还是今天这样子的放宽是错的？我想跟委员报告，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到政府部门来，不过我相信那时候民进党核心的坚持的价值是认为年终慰问金这件事情呢是需要有法源的，最好这是如果你要发，你就应该要有一个依据。那所以呢？在那个时空背景下，立法院就要求做一个决议，那行政院就提了一个办法。那现你现在在讲的是102年之前的事情，那我现在在跟你讲的是102年以后的事情啊。那我跟委员报告说，以现在来讲，我们现在还是延续这个办法在发，但是我们明年呢，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再继续做检讨？我想我们明年才会根据委员的这个指教呢，然后再做一个通盘的一个。没有，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了哈，就是这件事情。我们的标准一样。以前我们在民间社会已没有法源，认为不可以这样子乱搞，批判旧的政府不可以这样乱搞。我们对新政府的标准是一模一样的。今年审预算的时候，这两件事情，时代力量会很坚持，没有法源依据就全部删，要不然就全部冻结到你有法源依据再来讲。我希望行政部门回去。好好的审，好好的慎重的考虑。你如果真的要发这种东西，负责任的做法，提案修法，赶快把法案送到立法院来。今天如果你们把法案送到立法院来，立法院没有审，是立法院的问题。你们连法案送都没有送，连党职并公职9月20号讲的那么大声，媒体报道那么大，大家都很开心。结果到现在还在清查，还在研议，草案在哪里都还没有看到一个影子。这个是新的政府推动改革的决心跟魄力展现在这些事情上吗？会不会让人民失望？时间的关系，主席已经站起来了，我还是尊重主席啊，不好意思哦，今天请了这么多位上来，因为我真的搞不清楚到底谁负责任了。谢谢。好，谢谢黄委员啊，那接着请。好，吴志扬委员不在，孔文吉不在哈，我们请尤美女委员发言。那跟委员会报告一下，我们今天早上的议程呢，就处理到这个询答完毕。主席，还有在场的委员，以及说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周部长哈，全区部长。请周部长。还有我们的人事行政总那个。是人事长。人事行政人事长。好，委员好。两位好。我先请教一下这个人事长哈，就是关于这个机要哈跟参事，这是属于全区部还是属于全区部 ？OK。全区部。就机要跟参事，我们现在的参事，好，现在参事原则上他的工作是什么？参事，是他的工作，就是他的职掌是什么？参事就是他们在处务规程啊，或者一些组织法规里面的会规范。因为我们看到说，现在其实各个单位都有，因为参事等于是一个公务员，大概是最高，除了他当
这个再上去就次长了嘛，对，对不 对, 对，所以他等于是在公务员的这个职级里面是最高层次嘛。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有很多的参事其实是占有高位，但其实他是没什么事做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的参事其实是被冰冻在那里的。所以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就是说他占有高的位，最高的位置，然后领也最高薪，但是他的就是说跟他的所做的工作是名实不符的，是不是有这种现象？我想参事他有一定的工作，所以也不会说没什么事做。我想机关首长一定会赋予参事很多的工作，所以不会有这种现象，不会有就是说占的缺，但是他没有发挥最大。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说，我们现在在整个一个人力精简的这种状态之下，当然在整个一个我们的这个官僚就是公务的这个体系上面，当然就是一直上升，一直这个升上去嘛。但升到最高层的时候，事实上呢有很多就是说他变成是就他的职等已经很高了，可是又不晓得怎么样用他，所以就只好把他放一个安一个参事的名字，事实上在那里。所以今天呢，大家在谈说，那这个参事占有这么多的位置，好，但是事实上他又没有真正的发挥他的功能的情况之下，那是不是可以让政府机关能够用机要去占这个参事的这个名额？那当然，机要就是这个参事用机要去用的时候呢，这个机要事实上他是要跟这个所谓的政务官要同进退嘛，是不是这样？是。当他去占参事的名额之后，他能够就留下来吗？不行吧？就是我们上一次有做的决议嘛，就是放宽机关参事，然后研究委员职务得以机要人员来禁用嘛。对。所以今天就是说，机关的参事如果说用机要人员来禁用，那他不受公务员任用法的第九条的一个限制嘛，就他不一定要有公务员的资格。对。那当他的主管就是今天是政务官，就所谓的机要就是他跟着政务官同进退嘛。对对。所以虽然他是就是说他是占参事的缺。但是呢，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政务官离开的时候，这一位机要的人员，他虽然在占参事的缺，他也必须要离开嘛，对不对？对，没有，是这样，没有错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是不是等于是说，让现在有参事的这些的缺，他能够更发挥他的功用，而不会只是说有一些人等于被打入冷宫的放在参事那里啦，而没有发挥他的实际的效用，是不是有可以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在？我想，参事在每个机关都有他的工作也非常重要，而且有很多参事也兼一些像试验会的职务，像其他的任务编组的职务，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参事就是被打入冷宫。我想这样，当然不能够全部说全部都是的，我说有某部分不太公平。对，好，對，那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让这些就说好，如果说参事可以有机要的人员，但不是就他一定的比例，不是说全部嘛， 对不 对, 对，那就有一部分的人他是机要的人员，去等于是说用占参事缺，那将来呢这些人等到他的政务官离开的时候，他也不机要人员也必须要跟着离开。对对。那现在这里就会牵涉到的就是说，好，他今天原来他不是公务员嘛，对不对？他今天他占了参事的缺的时候，在他任职的这个期间，他就会换成是公务员的身份嘛，对不对？就是变成是公保嘛。对，就广义的公务员。广义的公务员。但是他不是常任文官。对，不是常任文官，但是他是广义的公务员。所以这里就牵涉到说，将来这些的年资就好，他今天离开了，跟着政务官一起退了，那他转到又变成是这个劳保的时候，那这些的所谓的年资的这些转换，因为这里牵涉到将来退休的时候，那这时候就说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是劳工转公务员，他的原来的年资可以被保留，对不对？这部分我不是很清楚。对，那这个是谁比较清楚？好，那个我们的保险年资的部分呢，就是说当今天劳工转公教的时候，他的年资有保留嘛，但是呢就是公教他今天转私人企业的时候，他的年资就没有保留嘛，所以我们的这个吕市长都也 是不是这样？这个部分，阿文，现在这样子，现在在我们公保法里边呢，这个公劳保年资啊是有条件可以并计的，但是公保到劳保目前是没有条文，目前是没有条文。嗯哼。所以劳工过来或者我们公保这么过去，劳工的年资可以并到公保来，
但目前公保是并不到劳工那边去，对，但是他有保留的机制，好，可以在退休的时候去领这一块。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在这一次就是所谓的年金改革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去把这个部分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好，当然就是不是能够让他的这个所谓的年资是可以积着走，不因为他是什么样的，是公保还是劳保而有所不同，是不是会往这方面去考虑？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做这个事，会去往这方面修正嘛？对不对？好，就是我们也希望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广纳人才，因为今天要把他来请来当机要，一定是说他具有某方面的专才，而且能够经过长官的信任，那理想也一致，理念一致的时候，他才会请他来当机要嘛。那他一定是从民间去借重这些的人才进来，可是一旦他离开了这个机要的职位，回到这个民间去的时候，那他的年纪又不能够并进，那这里也会影响到他将来退休金的给付等等。所以我们希望是说，在既然在这一次年金的改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好，我知道说在现在好像这里面也有列入到这个改革的方案里面去，所以呢就说跨领域的跨职业的这个所谓的转换是不是可以、yeah. 可以哈。那另外的呢，我们根据这些统计的资料发现说，好，那个是请坐，就是我们现在根据统计也发现说，女性她因为就是说这个育儿结婚的时候，那会就是退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她因为育儿也会离职。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根据这些统计资料就会发现说，好，女性呢她要一直在工作职场上上班的其实比例是有限的。那这些然后另外的女性说，好，今天我不因为育儿或是不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脱老而离职的话，那但是女性的薪资呢也比男性低。所以这些呢都会去反映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将来在退休给付的时候是依照我的年资再加上我的薪资来看的。那今天呢我的薪资比男性低，然后呢我的年资也可能比男性少，因为我可能要进进出出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相对的女性的寿命又比男性长。所以呢，当我们今天在做这所谓的年金改革，这年金改革当然就是我将来老年退休以后我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嘛。那现在安全的保障，一个是说女性她可能就是没有就业，对不对？因为她因为结婚以后就退职，就是离职了，然后就回到家里去照顾小孩了。所以呢，她根本就没有这些的所谓的年资，也没有薪资，所以她就会变成只能够靠所谓的国民年金。但是我们现在的国民年金又那么低，才几千块，所以她根本不足以保障一个人她的晚年的生活。所以我们根据的统计呢，就会发现说，女性呢，她晚年她要仰赖是什么？仰赖自己的子女。可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说，在今天的社会，你要仰赖子女根本不可靠，所以呢就会发生女人呢这个老年贫穷化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在做整个年金改革的时候，其实不应该只有所谓的不同业别之间的在那里换，还有世代之间，其实性别必须要把它放进去。因为我们看到这一群会去投保就是国民年金的，不是就是老弱妇孺嘛，对不对？他没有失业者、生障者，然后呢这些的就是女性，然后没有工作的这些人。那可是这些人到了老年，他真的是完全没有保障，就几千块你根本没有办法过活。所以在这里呢，就说当我们在谈年金改革的时候，其实绝对要把这个所谓的他目前尤其在女性的这一块，他的基本的保障是什么。因为如果说好，我们今天要给年金，对不对？其实就是保障我晚年的基本生活。所以你最好刚刚一直在讲说，好，这个所谓的楼地板，那你楼地板不能够只有工作的人才有楼地板，没有工作的人，像这些女性，她为了家庭，对不对？一辈子奉献给家庭，结果到老年的时候，她连楼地板都没有。所以是不是可以把楼地板也把女性也放进去，把这些所谓的领取国民年金的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应该要垫高到全部是一样的楼地板，可不可以？我想，性别是应该在年金改革时候应该纳入考虑。我刚讲楼地板，应该是指说在楼地板底下人就不会或者比较少受这次年金改革的影响。那至于，他原来就领比较少，要不要把它提升最低保障，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比如说，要不要成立一个大国民年金，要不要成立一个基础的年金？我想这部分在年金改革里面大家都有提出很多的看法，也都认为说性别也应该纳入考量。嗯哼，所以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老龄化，那其实女性是比男性还多的，因为她寿命比她长。是，但是呢，就说女性呢，她的薪水是比男性少，然后呢，事实上这里面，然后呢，她的这个离职率也比男性高。
好，所以他未就业的比较高。那另外呢，我们去看到说，好在继承方面，其实很多的女性的家长还是会要女性抛弃继承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几乎就是没有这些的晚年的保障。所以这一部分呢，一定要在这个我们年金改革的一面呢，一定要把它放进去，它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否则的话，整个社会你那个贫富的悬殊，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把它弥平。是是，我想这是应该的。OK， 那我们希望说这部分能够把它放入。好 好, 好, 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尤委员。廖国栋，廖国栋，廖国栋委员不在。江启臣，江启臣，江启臣委员不在。刘世芳，刘世芳，刘世芳委员不在。蒋乃馨，蒋乃馨，蒋乃馨委员不在。陈明文，陈明文，陈明文委员不在。邱志伟，邱志伟，邱志伟委员不在。张立善，张立善，张立善委员不在。陈一杰，陈一杰，陈一杰委员不在。黄昭顺，黄昭顺，黄昭顺委员不在。陈赖素美，陈赖素美，陈赖素美委员不在。何新纯，何新纯，何新纯委员不在。郭正亮，郭正亮，郭正亮委员不在。徐正卫，徐正卫，徐正卫委员不在。钟嘉宾，钟嘉宾，钟嘉宾委员不在。好，我们请最后一位林维洲委员发言。主席，我们先请全序部。请周部长。周部长，委员好、哦。是是。请教周部长啊、哦。是。全序部就10月25日提出这个相关的修正草案啊、哦，关于中央二级或相当二级以上机关及直辖市政府因业务需要，其参事法定编制员额1/3得以机要人员任用，不受前项但书规定之限制。这个目前的进度是到哪里啊？关于这对，我们在草案公告程序，然后未来一定还要送到考试院来审，到考试院，然后呢再来考试院完了之后呢，要不要到立法院来备查？不用不用，因为这是办法。办法哦，办法当然要送立法院备查，那、但不是审议，不是一般的法案的审议。嗯，如果在送到备查的时候，还有意见，希望能够审查，有可能还会到委员会来审查呢，也有这个可能性，对不对？我想这是大院的对，好的职权对。我想我们这边在这边表达很明确的立场哈、哦，国民党党团会提出审查的要求了，希望审查了。那针对这个哦，因为这个民进党上台以后，新增了13个任务编组。雇用的人数增加了300人，动用的经费差不多近1亿的经费啊，放宽机要任用的范围。从当然这个争议性的组织很多了，包括不当党产委员会，包括放宽任驻驻外特任驻外大使及代表的人数限制等等。好，这个。我想就一个治理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质疑，就是说原来的公务人员体系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如果以这样一连串的这样子的举动，然后提出修改相关的任用规定，我们会质疑说是不是对文官体制啊是一个全面的否认。这个是问题就很大了，你了解吗？好、哦，你的自己的见解是怎么样？我想就是说一直透过各种哈、哦，不管是修改办法也好，或是直接修改法律也好，一直去放宽机要任用高阶公务人员，现在连中阶公务人员都要改成机要任用，哎，这个对我们的整体的文官体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啊，到底对我们国家到底是这样子是会比较好吗？会不会比较好啊？你认为呢？我想，无限上纲的一直修改办法，因为以前然后修改也可以修改法律。现在民进党在立法院占了绝大多数，他要修改相关法令是都可以修改的，不要说办法了，
修改法都可以啊。那这样一直把它放宽放宽，到最后通通改为机要任用。我想没有，因为九十一年以前，就是参事就可以机要任用，所以不是所谓新政府上来才这样做，是九十一年之后去设定把它把它除外。那因为时空的改变，那大院司法法制委员会也希望我们做这样的改变，所以三月二十三号做了以后，我们那时候我们是五二零才上来，所以我们政策是延续的。那时候就开始严厉根据大院的决议，我们在严厉说，参事如果要放宽的纪要任用，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理？所以我们就征询各主管机关的意见。那大部分机关是认为有这方面的需要，但是我们也考量到不要像以前那样没有限制，所以我们把它，我们的拟案是把它限缩只能用三分之一的原额。那实际上限三分之一也不见得大家都会用，就像刚我已经报告过，机要人员中央和地方他可以用1634人，实际上现在才用956人而已，用不到六成。也就是说可以用，但是很多机关不会用，就像二级机关部会机要人员可以用到五个，但是很多机关也都没有用到五个。好，这个我了解。好，现在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是任务编组的这些机关其实在各部会里面达到55个这个任务编组的这个机关那另外还不含这些常设性的任务组织啦齁，就是我们感觉齁有在泛滥的趋势，就你现在又要修改这个办法齁，那张又再一次放宽齁，那所以啊我们是在担心啦齁，担心这样子的趋势齁，跟我们原来想要齁，像今年编列预算的时候啊，106年度中央总预算中中央部会预算原额通三1%，一方面我们在通三总原额，但是呢，一方面我们在放宽任务这个任务编组的机关一个一个不断的成立，然后机要人员任用的范围给它扩大，这些人员只要一进来其实原来的公务人员他还是在组织里面他不会因为机要人员。你现在可以多任用机要人员，然后这些人就会不见了。所以其实你看，你一方面是要通三1%，一方面开放机要人员可以多聘用，但是原来的做那个工作的公务人员，你要还是要给他在那个另外的位置去工作。公务人员受到保障的，你也不能把他，你会把他 lay off 吗？可以裁员吗？会裁员吗？现在通过好，就这个法案就这个法案来讲，好，增加了这个任用的这些机要人员，那原来在做这些工作的人，你可以把它裁减掉吗？我不会嘛，刚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可以用机要人员的人数法规的规定，所以刚讲中央地方加起来是1634人，二级机关就是部会用5人，其他原则上是要用2人。所以这个原额并没有扩大原来通过只是说参事这个职务可以适度的开放三分之一给机要人员来做，而不是在1634人现在要把它扩张为，比如扩张为2000人、3000人，并没有，不会因为这样而增加机要人员的任用。而且刚刚已经跟委员报告，确有还有非常多。只用900多人，1634人，只用900多人，所以不必要去扩大这个机要人员任用来压缩常任轮官的任用，所以我想就不会有这种。好，针对没有，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啦，好，就是要朝着放宽机要人员任用的，从那个最高的层级到二级机关到三级机关这样的趋势，所以在这边我要慎重的提出，针对。好，你们现在全序部所提出来的这个草案我们会严审，我们也会在院会里面提出要不是被查，而且要审查，这是我们的立场。好，谢谢。
好，谢谢林维洲委员。好，各机关的我们所有登记的委员呢，都已经这个发言完毕了，我们询答结束啊。委员质询的时候有要求提供相关的资料，或是以书面答复的呢，请相关的机关尽速送交我们委员这个别的委员以及本会。那另外有委员徐真卫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的机关以书面答复。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